委员会，我们现在继续开会。今天的议程，我们是邀请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且接受质询。首先，我先介绍在场的委员，其次我再介绍一下与会的官员。首先，先介绍的是张廖万坚委员。好，那现在呢，我就介绍一下今天的官员。欢迎国立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吴密察院长。博物院的副院长黄永泰副院长，以及余佩景副院长、卓秀琴主任秘书，以及参事王世胜，有来吗？哦，只是上洗手间是吗？好，王世胜，以及我们故宫博物院书画处的处长刘芳如。还有这个文献处的处长宋兆林，登录保存处的处长严素芬，文创行销处的处长林国平，教育展资处的处长徐孝德，以及故宫南院处的处长彭子成，安全管理室的主任杨秀娟，以及秘书室的主任王云芬，人事室的主任黄月英，主计处的主任林素纯，政风室的主任邵雅玲。好，以上就是我们介绍我们的官员哈。那么现在请问一下，我们的要几分钟？十分钟，好，我们现在就是请我们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吴院长进行业务报告，报告的时间是十分钟。继续，我再介绍我们另外一位招委黄国书招委。大家好。好，谢谢，我们请院长。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大家好。请对本院在上一年度对本请对大院在上一年度对本院预算与施政的支持与策略表达诚挚的谢意。以下仅就本院因应严重特殊传染病肺炎相关措施109年度工作重点及108年度重要施政成果简要报告。一、因应严重特殊传染病肺炎相关措施，因应此次疫情，本院严肃以对，以下仅对防疫相关措施委外厂商之纾困方案、提供在家悠游博物馆服务等做简要说明。一、防疫措施：一、参观者及本院员工均应经体温量测并进行手部消毒才可入馆。二、馆内定期消毒，并于休馆日扩大执行环境消毒，对于团客聚集处则机动地进行消毒。三、展场空调系统除了既有的外气换气量之外，并于开馆前启动消防排烟系统，增加展场外气换气量。四、北院院区自4月14日起至3月31日止取消每日及周日延长开馆时间，并于上述期间每周一休馆。南院院区开放时间维持不变，后续将视疫情机动调整开馆时间。五、为了减少观众群聚感染接触感染机会，暂停华语、英语、周末亲子参观等导览服务，张大千纪念馆暂停对外开放。六、相关集会、演讲、工作坊、研习班等在室内举办的活动，经个别评估活动性质后，机动停止办理或延期办理。七、展场一线员工上班前、上班中、上班后都要量测体温，服勤期间一律全程佩戴口罩，如有身体不适情形即请假就医。八、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于2月27日提升至一级开设，
立刻成立本院防疫指挥中心，每周召开防疫应变会议，持续盘点并滚动式检讨防疫相关措施。二、受疫情冲击的相关厂商纾困方案，受到疫情冲击的厂商，包括提供现场服务的委外厂商，例如商店、餐饮、语音导览服务、展场服务等，以及合作开发文创商品的厂商与文创商品的院外承销商，分别提供纾困方案如下：一、解除现场服务的委外厂商原契约最低服务人数限制，调降权利金并宽限缓缴期间；二、为舒缓合作开发文创商品的厂商营业额不足困境，将现有合作契约延长一年，提供厂商营运缓冲期；三、文创商品院外承销商共约20家，因疫情影响，营业额大幅下降，本院调整下修承销商申请续约的结账金额下限；三、提供在家悠游博物馆服务，汇整本院分配的线上资源，提供大家可以线上领略故宫文物之美，包括720度 VR 走进故宫、主题式策展、典藏精选、故宫 Open Data 专区、故宫教育频道以及 Google Arts and Culture 等6大项。配合教育部相关防疫措施，也将各种教育资源上线，供教师与学童使用。二、109年度工作重点：一、启动观众服务数位转型计划；一、规划设计新式导览 APP， 结合语音导览与定位功能，推展新形态博物馆观众服务；二、建制票务电子化系统与整合服务，提升行政效率与服务品质；三、线上服务升级，包含扩大 Open Data 行政应用服务，扩增官网友善服务内容，文创商品购物网站改版，数位典藏系统升级等；二、以参观者为本位，进行空间及设施友善化，提升观展品质，持续以使用者友善化为主要目标，改善北院院区观展品质与优化空间设施，南部院区则推动新建国宝馆与改善户外空间景观，期待从各服务端点全方位提升观众观展体验，精进服务品质。三、举办多元展览活动，强调与观众对话，强调服务应与观众对话，重视观众的观展需求，并透过多元的展览样态，展现故宫典藏的丰富性与多样性。109年度南北院区预计办理23档展览。四、参与国际交流与国际借展合作。109年度，本院将持续参与各项国际交流，并且加强与国内外的馆际交流，为国人引入优质展览，带动艺文气氛。一、国际借展方面，受到疫情影响，教廷瑰宝、梵蒂冈宗座博物馆珍藏展、清代四大活佛展的展期可能往后调整。本院与借展方多密切保持联系，面对新情势发展，随时预做准备。二、国际交流活动，包含出借明代仇英作品二件，给美国洛杉矶郡立美术馆办理《真相所在：仇英艺术特展》，持续与世界知名博物馆合作进行学术与研究计划，并参加国际展会。但受到疫情影响，原定4月赴日本东京办理之故宫新媒体艺术展亦延后办理。五、进行国内外新媒体与数位科技展演合作，本院将持续与国内外重要博物馆所、学术机构、产业界合作，应用新媒体科技开发数位展览，带动本院往新时代转型，并以数位科技扩大本院产品之延伸应用，平衡城乡文化资源。六、办理各项研讨会、论坛与发行出版品，邀请国内外博物馆分享交流博物馆运作经验，
精进博物馆教育之责任与义务，并针对本院典藏与展览印制出版图录、导览手册等出版品。七、办理多元教育推广活动，落实文化平权，持续进行故宫典藏资源公共化，办理多元之教育与推广活动，提升偏乡青少年、高龄长者、身心障碍者等各群体的文化禁用权。八、强化文物保存修复与研究，精进文物安全维护措施。一、配合南北院展览档期进行文物修复，并完成109年度拟定之重要文物修复，持续进行修复人力培育与相关事项。二、持续精进文物之科学分析技术及设备，并进行国际交流。三、强化院区安全管理维护，加强安全人员训练，严拟包含预防、准备、保护、复原安全防护计划，落实防灾训练，实施应变措施等，并运用科技力量智慧化监控建筑物安全状况，提升院区安全。三、108年度重要施政成果：一、改善北部院区空间设施；一、重新规划设计一楼服务台与展览大厅，并改善捷运站来院交通资讯及相关指标；二、持续办理北院院区整扩建计划，除办理公听会凝聚共识外，亦依据公听会修正计划，并于108年10月完成专案管理厂商招标，推动先期规划作业，另持续办理南侧基地既有建筑整建工程。二、强化南院院区景观交通设施。一、提升南部院区交通便利性与可及性，提供往返高铁嘉义站及园区内免费接驳服务，并开放大型游览车靠馆下客，缩短观众步行距离。二、重整大门入口、迎宾大道景观，规划特色主题花园，并于湖滨增设环湖木栈道与休憩广场，提供游客休憩空间。三、国宝馆建筑与内政部营建署签订代办持续采购协议书，委由该署全程专业代办，109年持续执行规划设计作业，预定110年办理工程发包。三、扩大博物馆资源公共化参与计划，一、积极办理各项儿童、亲子及青少年创意活动，并与高中职以下学校共同规划馆校合作专案，发展以故宫文物为素材之主题课程，培养新一代博物馆观众群。二、策划偏乡学校合作计划。三、举办教育巡回展。四、持续与云嘉南县市政府及在地文教单位合作办理教育推广及文化交流。五、进行产品数位化。六、补助大专院校办理博物馆人才培育计划。四、院内珍藏文物数位展示及学术研究成果。一、策划多元文物主题文物展览；二、策划数位展览；三、本院同仁于108年参加研讨会，发表论文计61篇，另参与及邀请国内外学术交流计115项；五、办理各项论坛、演讲、研讨会及出版之发行与各式交流活动。以上，仅就本院因应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相关防疫措施109年度工作重点及108年度重要施政成果简要说明，本院将持续优化各项服务，期许故宫面对新时代观众，达成新时代博物馆的使命，并面向国际推展台湾文化软实力，发挥故宫最大价值。希望大院委员对于本院之施政工作持续给予协助与指正。谢谢。好，非常谢谢院长。
继续呢，我们就要请我们的委员们质询。请问在场委员，我们的时间是6+2还是8+2？8+2。好，好，那么我们就，哦，是吗？好，招委这样子说的话，我们就比较办理。好，这样子哈，我们练习的我们每位出席委员是8+2，必要的时候啊，8分钟，必要的时候延长2分钟。练习委员质询时间是4分钟。好，可以吗？找我一下。好的，好，那5分钟好了。好，啊，因为我们是10分钟，所以我们就给他5分钟，好吗？这样子就比较公平。列席委员质询时间为5分钟，发言登记截止时间是上午10:30。委员如果有临时提案，在质询结束前要提出。在我们处理提案的时候，如果提案委员还有联署委员不在场，我们就按照以前的案例就不予处理了。我们首先请发言第一位的黄国书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啊，请吴院长。有请吴院长。院长好。喂，好。这个新冠肺炎延烧，我想对故宫的营运啊影响非常非常大，史上头一遭。对，本来是全年无休的故宫，我们现在周一休馆了啊。那为了因应1月30要钻石公主号的游客，他可能来访，是，所以我们做了一些措施嘛。那我们在2月9号的时候宣告周一休馆，还有每一天跟周末延长。的那个开馆的时间啊，哦，现在都暂停，对对不对？是。然后我们到3月31号要观察哈，哦。那3月31号过了以后呢，故宫有没有新的开闭馆的时间？有没有？啊，目前为止我们还在等待疫情的发展。如果疫情仍然是这么严峻的话，是我们。大概这样的这一个措施短对措施跟休馆继续会继续可能会延续还是好。那我想问一下，我们故宫的职员外聘的员工、厂商或甚至是游客，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居家检疫或自主健康管理的案例？特别是我们的员工，目前有没有？我们的员工是有这个在家自主观察，有啊，有多少位？啊，是这样的，是因为有钻石公主号，对，那钻石公主号，这一个媒体，这一个说他们有确诊病例的时候，我们就马上盘点，我们当天。钻石公主号的这一个来的时候，我只要确定说我们有这样子的案例，我希望故宫可以掌握这样的情势。当然，联名也要规划新的营运的模式。是的，好，马上面临的，我们现在今年有非常多的国际借展跟国际交流活动。是，那特别是有的是来自于疫区，有的是我们要去疫区去跟人家交流展。是，特别是意大利啊，意大利5月他就要来展了。那他们来不是只有他们的精品来展了，他们的展品来展了，他们的人员也要来啊。是的，我们相关的防疫的作为，故宫有没有准备好？6月的时候，我们要去韩国交流展了，我们要过去嘛，对不对？我们要去这个疫区嘛？疫情指挥中心有同意我们过去吗？那去要不要？要不要穿防护衣啊？那跟这个可能故宫你们都要。跟都要做全盘的评估。我们这个意大利本来在5月18号就有一个梵蒂冈对中座图书馆的特展，对这个特展在前天，他们已经通知我们，这个我们两边都已经同意取消延期，延期之所以会延期，这个会延期会延到什么时候？现在还没有还不知道，觉得因为现在他们跟我们之间是没有办法。直航的所以没有办法嘛，所以押运确定延期了嘛？是的。那韩国呢？我们韩国6月到了，那我们跟韩国没有这个交流展，这个没有，反而是我们跟蒙古，我们8月开始有一个四大活火展，这个四大活火展，我们现在也在跟他们讨论是不是要延期，因为他们现在也国境管制了。
对对，他们也是、啊、所以全面的受到影响，我们今年的国际借展跟国际交流的活动全面受到影响啊。是的，包括日本啊，我们要去日本办理故宫新媒体艺术展四月、啊哦、对，这个都会受到影响啊。是，所以我想几个问题了哈、哦嗯、故宫要做好准备了、哦、啊。是，当然这个相关的策展展品的运送保全，这个会涉及到我们故宫研究人员的出入境，是我们故宫要怎么执行。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些相关的策展的活动有一些可不可能会取消啊？这个像意大利的那个梵蒂冈延期，这个是延期嘛？那延期说了好。但是这个延期到什么时候也还不知道。对，啊、好，所以要有很多未知数嘛，哈。是的。好，嗯，那如果延期，有的时候取消的，有没有涉及合约跟违约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密切的跟他们之间保持联系。好，那涉及到比如说韩国他们来了，好、嗯，韩国的人来了，我们相关的防疫的工作，我们有没有做最好的准备？啊、我们的能力跟风险，我们有跟疫情指挥中心那边做最好的配合吗？疫情指挥中心知不知道我们故宫要办理相关的交流展？知不知道？现在是我、嗯、疫情指挥中心现在还不知道，还不知道。但是他们只要他们，我们确定他们什么时候来，我们就会通报。嗯，好。所以针对今年的国际交流展、国际借展相关的防疫的工作，可不可以请故宫啊，你们一个礼拜以内提出相关的规划报告啊？可以，这个其实很迫切喽、啊。对，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非常重要了、嗯。再来，我们最近因为武汉肺炎疫情造成故宫的损失。我们跟去年的一月跟二月的比较，我们的参观的人数少了500,000啊，是，收入啊少了8800万，是，这个大概史上空前了哈。但我们总是要因应啊。那故宫院长，你刚刚提到了相关的针对那些文创厂商他们的纾困，大概你有讲了一些，是，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作为还是不够积极，我们应该还要有更积极的相关的纾困跟振兴的方案啊！我来说好了啦，现在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所以全球的博物馆现在都在思考一个事情，就是宅经济嘛，我如何强化线上策展，是让我们的阅听者，我们就可以在家里透过线上策展看到展览嘛？是的。那故宫有没有做这样子的准备啊？我们本来就有这些东西，有，我有看了哈、啊。特别我也上了你们的网络，我也上了看你们的线上策展了、啊。我举例好了啦，这个影片啊，送不出去的国书，国书这两个字听起来也挺面熟的哈、啊。好，这个是2014年就出版了，是的，对不对？国宝娃娃历险记2013年就出版了，再问。在线同安传2013年出版的，我们现在线上策展的东西都是好多年前已经展览过了，是没有新的策展内容，所以吸引力一定不够，对不对？一定会不够，这个没错，这个它会递减，这个会递减、新鲜度会递减，所以我们现在也努力的在做新的，另外跟这个委员报告，比如现在我们就推出来了一个网络商城的庶民宅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专案，也就是说现在不能大量的这个同胞来看我们的展，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用网络努力的推出去。了解，好，所以故宫针对新的策展的方向、策展的内容，我也希望故宫可以有一些新的作为，不要只是一些旧的影音嘛。所以在线针对故宫的线上策展，我们也希望故宫可以提出一些相关的因应的作为跟计划，好不好？再来啊，我要提一个啊、哦，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如何透过网络来带动故宫品牌行销。这一段时间你们就需要去思考这个事情。我问你哈、哦，我现在给你看到这个是网络的影片，最近非常非常红，这个梗图。嗯，院长，你有看过这个梗图吧？我没有看过这个。你没看过？这年轻人都知道。你看我们的同仁，大家都知道，这个是美国队长啊，美国队长的那个梗图啊。啊，是。
爸爸可以给你二次创作，我们把它秀出来，刚刚那个文字的内容啊。大家你看，大家是可以在上面加啊，全民防疫，我们可以一起做什么啊？尽量不到密闭的人潮逗留，尽量去抢口罩。OK， 马上。所以最近年轻人玩的创意，你可以无数次的创作。好，我给你看另外一个很流行的网络的梗图，就这一个，这个。院长，你有看过吗？啊，清明上河图的这个，对，这个是我们故宫的清明上河图啊。如果我们年轻人在使用这些梗图的时候，我们让大家知道啊，原来这些图是我们故宫的清明上河图啊。如果我们有做分级分类的授权机制，我们在年轻人在使用这些梗图的时候，上面可以看到故宫的 logo， 不得了了。报告委员，我们要去思考这一些啊，我们有一些优势，我们要善用现在的网络的相关的科技，线上的科技，去做新的一波的故宫的行销，是的，跟策展啊，这个非常重要哦。报告委员，我们现在这一些 open data 是比照世界的授权规范的 CC BY。4.0 对，所以这个就是上个会期我有提过的吧。所以这个他们可以从我们的 open data 里面抓东西，可以做，对，甚至于是盈利的使用。我知道。所以这个我们在委员的督促之下，我们这个已经做到了。你做到，好，很好啊。可不可以请故宫也针对相关的线上策展、网络行销、CC授权？相关的规划可不可以请你们一个月以内提出相关的所以我们一定送给给这个委员。好，谢谢。好，谢谢院长。好，谢谢黄国书执委的质询，谢谢院长的回答。你的 open data 现在可以看吗？可以。你们可能给你们一点时间，可以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看，你们要不要准备一下？好，好，继续我们请张廖万坚委员质询，谢谢。好，谢谢主席。我们请吴院长。也请吴院长。好，谢谢。委员好。院长好。我想大家关心都差不多啊，大概也是要问了。我们看第一页哦，像疫情其实重击了故宫的营运啊。我们去年审预算的时候啊，不断的在希望我们的新故宫计划之后，然后带动这个人潮哈。然后现在刚好就遇到，一开春就遇到疫情嘛，是。我想院长来拜访也讲说啊，我们可能达不到那个预算。我想这大家都可以理解啊。我们光看这个，从这三年近三年的一二月份的一个人数比较哈，少了八成啊，少了八成。那收入都是就是这个拦腰砍半哦。是是。所以我想，好，疫情来了没关系，就是已经要面对啊。那刚才黄委也提到了，我们故宫。大概手无全力的，本来是全年无休的，现在改成这个休成，每周休馆一天啊。然后我比较不理解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啊刚才都问过了啊，那我们很多要对这个相关的产业啊，比如说艺文，文化部有艺文产业啊，那他们有纾困的一些振兴的措施啊，难道故宫没有吗？啊，因为这些故宫。故宫有很多授权嘛，对不对？对。然后做文创的产物，这些然后因为我们开放的游客，这些纾困，我们只在我们跟他的这一个契约合约上面，我们可以给一些减缓，但是呢，至于说这一个他们该产业的振兴复兴这件事情，是由经济部的相关的办法去对应的。对，我想你们也应该，因为哈，刚才也提到嘛，哈，有很多这个问题哦，危机来了，那我们有一些转机要去做嘛，宅经济也好，或者说协助这些，因为这些产业其实你说都是经济部，那经济部在做，他，我跟你讲，经济部其实对艺文产业，尤其是这些文创产业，他了解不多，所以我在质询的时候，我也跟郑部长讲，
我说即使经济部成立了这个中小企业的纾困中心，这是艺文产业，你弄一个窗口去，一定要有一个窗口是针对艺文产业、文创产业，因为他们不了解授信的评估啦，这个借钱担保等等，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跟一般的中小企业来做。所以我想故宫这边要积极一点啦，我们是直属于总统府，这个位置不太一样哦，文化部的纾困的艺文产业纾困都有了，那你故宫在哪里？我们因为他们这些这个文创厂商基本上是在文创的那一个产业里面，我知道那个我们会把它这一个嫁接到文化部的，比如说我们那时候要求嘛，那文化部也同意了嘛，当经济部公布办法之后他开一个就专门针对艺文产业的窗口，你的故宫要不要纳进去，相关的文创产业要不要纳进去？我们那些文化产业是要纳进文化纳进去纾困的，我的意思就是说要一个窗口，这些人不知道怎么办啊。是我们不像一般那些中小企业知道跟银行打交道，知道说怎么样借得到钱。我们会把我们的厂商的这一些需要纾困转文化部，是答应我说这样这窗口成立之后他们会去协，经部的人不了解没关系，我们就派人去协助。你们会不会？会，我们会。好，我想再过来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故宫人数减少，我们都可以理解了那来，我们再看下一页你看我们的外籍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只剩下北故宫北故宫在二月份的人潮大概剩下62000人，是。那南北大概100000人，对不 对？你看一看，大概超过75%都是外籍的人士参观。刚才黄委员问到了，就是说，其实我们当时对亚洲，譬如说中国、港澳，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我们比较担心韩国、日本，现在流行到这个欧洲去了，欧美去了。今天 WHO 也承认世卫组织承认说，这个已经在爆发全球性的大流行了。是，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境外感染最近的一些案例都是从欧洲回来最近也有一个从埃及回来也是那还有很多的像艺文的表演研究人员都是那我们75%都是故宫外籍。好，我们现在只关礼拜一那我们这个人数这样统计起来你知道防疫中心对于室内参观人数在1000人以上，它其实定有一些这个公众集会的一个指标，尤其是艺文场馆，你们有没有依照这个指标在做一些？有，我们有依照这个指标，而且这个我们在第一关就开始筛检，所以台湾当然疫情因为控制的还不错，算是我昨天咨询也讲说，其实连陈时中部长他都讲，他都说他也不会天真到认为说台湾不会爆发社区型的感染，是他们极力在掌控，可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是，好，所以我们比较成功的地方就是我们超前部署、提前部署。是，我看到你的报告里面也有所谓的超前部署跟提前部署，可是我看不太出来我们现在闭馆一天，我们现在还是比例，我们现在三月份到底我们现在参观人数、外籍人数占多少？我们参观的人数现在像一天现在剩下多少？昨天跟前天其实已经差不多只剩1000个人。昨天跟前天1000人所以1000人是一个指标就是说，譬如说那个场馆里面有好几个管事，那管事你们人数有没有控制？我们是这样的，人跟人一公尺的，你看那个六大指标里面其实有人跟人一公尺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很难做到，因为他进去之后。一家被跨家，所以这六大指标，你1、2、3、4，那一事先掌握这个到的室外风险，那你们就是密闭空间没办法。参加距离要保持1公尺，参加位置固定风险要低。我知道你们每一个场馆外面都会有一个执行人员在看嘛，哈。那你们自己本身也在保护自己，可是公众在那边移动，你们很难去处理。所以这就是。你的，我说奇怪，你们的超前部署到底在哪里？就是说，现在感觉起来越来越严峻。台湾其实也虽然相对控制的，但是这是一种很被动的。我就说赶快控制，管控，那人数增加少。可是我们室内密闭这么每天还是1000人左右的一个参观人数，外籍人数占多少？
外籍人数其实还是占一半，一半以上，还是所以，比如说1000人的话，它还是一半啊。对啊，所以我想哈是这样，就是说，你们因为只属于总统府啊，是，那你们有没有派人到环境中心去开会？啊，我们就是我们是这一个主使行政院，但是我们直接我跟你讲哦，像我们问过中研院，中研院也是只属于总统府啊，你们只属行政都一样啊。是，所以像你们有很多。来下一页啊，嗯，因为刚才黄委也问过关心过，我想再问再，欸，对他们也会公告哦，是，所以要求同仁说这段期间我们有很多交流哦，国际交流，我们就尽量就避免出国，避免啊，对，下来下一页，好，你看我们的国际交流跟国际界的还有研究人员互相来往，包括我其实我二月初有去梵蒂冈看过那个博物馆，那个展览啊，那个里面典藏非常丰富，其实。你没有刚才购票的时候，那个人跟我讲说，我要去你们台湾，那大概就是你们那个展览啊。五月他说要来台湾，那现在生变了，延后了嘛，取消还是延后？这些现在都管制了，不都管制了啊？对，他们也出不来嘛。啊，对，对不对？像三月份好，你们3月19就快到了，一个礼拜后。对，2020的亚洲研究协会年会有要去吗？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想要去，没有去了，不去了。好，日本这个东京奥运的这个路，现在也已经这个延后了，延后了。葡萄牙这个参加科技的什么谷歌的国际研讨会有没有要去？这个啊，我们的同仁还没有决定来。5月17，对，好，五月份美国还有一个博物馆联盟的会议有没有要去？对，都还没决定。对。这是我们的同仁本来预定要去，但是现在我们会看疫情的情况，准他去或不准他去，所以会也会严加考好。对，你看你刚才提到那个蒙古国的、那个、蒙古国的那个，因为他们的东西要来，他现在我们就已经跟他在谈，是不是这一个可以延后？蒙古到台湾是没有直飞的，转机地点在哪里？你知道吗？啊，在首尔。首尔。对。对啊。甚至也有香港、北京的。所以这个很显然就是会有问题啊，是啊，所以我现在讲说你们超前部署这些公告，啊，其实因为你们的地位的关系，我是觉得应该做得更积极一点哦，是，然后更明确一点，是，然后我刚才咨询的重点，纾困的我们艺文纾困，你知道文化部，啊，你们其实也要提出一些看法，啊，跟厂商之间的契约怎么拟定，人家怎么处理，那到经济部去的相关产业，他们可能面临的不知道怎么处理，是，遇到这个问题，你们要怎么协助哦，窗口过来很多国际的交流，国际的借展，那。反正危机是转机啦，哦，我们可以故宫发展出其他的一个比较活泼的方式，哦，那刚才国书委员也提过了，我都非常赞成，那么也希望说，欸，你们还有一个工程在进行了，这段期间其实可以加快，加紧，好不好？加紧，好不好？利用这个时候，哦，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好不好？谢谢。好，谢谢，非常谢谢张廖万娟委员的质询，谢谢院长的回答，谢谢。继续我们请林玉花委员质询。主席好，我们请吴院长。有请吴院长。院长好。委员好。其实大家要关心的很多都差不多哈，所以一开始也是一样，就是我想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因为故宫博物院总是在国际交流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刚刚前面两位委员也都有提到啊，但是我对于这个梵蒂冈的这个五月的部分，刚刚听到我是希望是延期了哈，应该不是取消了哈，延期。因为其实这个展，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个展。可能也有外交的功能，对不对？因为它是我们现在我们有邦交关系嘛，是。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部分，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但是呢，我们要顾防疫，那要顾展览，但是我觉得也要顾外交，好。所以我是比较希望说，梵蒂冈五月的这个展是延期，延期。对，不是取消，不是，好不好？所以呢，他现在暂定的延期是延到明年的3月，没你啥鬼，是明年3月，好，所以等于是会，可就等于延一年的概念了，就明年3月，好，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要确定，因为这个奖我相信会蛮有吸引力。那另外，我觉得对我们国家来说也是一个透过这样一个展览，那也是进行很重要的外交工作。那另外蒙古国的部分，也就是看嘛，哈。
对，现在是，对，因为我们是确定延期的地方，就觉得应该已经我们是确定，有可能也第一个有可能延期是，其实这个展示我们的文物跟他们的文物配合着搭配着一起展，但现在我们是跟他谈，你的文物能不能真的能不能出来？如果不能出来，我们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文物展就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延后。OK，所以能不能就在什么时候会决定？因为八月也是很快就到了。对，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跟蒙古之间的这一个联系，这个没有像一般的国家那么快，所以我们常常是在等他的回应。所以等于是我们有想法，但是要等对方回应。那因为牵涉到单了，我想这边如果说还没有共识，可能也不便公开说了，因为这牵涉到总是两个馆或是两国之间的一些互信哈。好，那另外的话，因为刚刚有提到说日本的也是延后嘛，因为那个其实是属于比较是，既然我们讲说是新媒体的部分，对，是一个数位展，对，是一个数位展，对，所以数位展本来是说四月不是四月要，对，本来四月要展，但是我们在三月中旬的，中旬的时候跟他说，我们已经跟他说，这一个如果现在不决定就已经不行了，对，所以他终于跟我们说。延后，先延后，对，所以也是一样看疫情的状况，是没错。但以这些，我想第一个，但是疫情；第二个，我觉得对同仁也是一个保护，保护啊。所以的确，就以今年来讲，我们单就是以防疫优先。其实像因为刚刚像梵蒂冈总觉得是比较特别哈，所以特别会想要关心一下，希望还是能够举办，只是延后。那另外的话，就是先提到我们有关于刚有提到我们的旅客啊。其实真的是下降的蛮惊人的哈，这个五十万，刚刚就是黄有提到五十万，那我算一下比例啦，北院等于参观人数比照去年一二月是少6.5%，是，然后观光外国旅客是掉快70%。对吧？快七成，因为北院是以这个外国观光客为主，对啊，所以真的是冲击算是非常的大。但南院比较特殊哈，南院是不管怎么样，外国观光客都很少，因为它很少啊，真的。所以我发现还逆势成长，这些都很少，开一个小玩笑。多一点点是因为我们的寒假延长了，是啊，对啊，所以你看，外国观光客还没有，有啦，也减少了，但减得很少，就因为都不到1000人嘛。对，是说整体观光人数往上升，是因为我看你们还有人办什么摸彩活动啊，刺激区的，就是寒假延长有关。马无关黑了哈，但是这个在南院那个另外再讲啊，因为真的是很需要加强啊。但是就以我们现在北院来说的话，有没有想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发展我们的数位博物馆啊？有。我们数位博物馆本来就在全世界的我们这一级的博物馆来说算是领先的，我觉得这已经是还不错了。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push 我们更大力的往前进的，的确啊，一个是说 push 它，就我们因为现在都知道说这次我觉得反而变成是一个大家在检视每个部会或者像我们博物馆数位能力的时候，是是没错。所以像我们的，我知道我们本来就有所谓的数位博物馆，但是我觉得利用这机会，当大家比较有时间的时候，做一个检视，还有怎么样也利用这机会，我觉得可以做一些网络上的行销，因为以前我们的行销比较是在观光上的行销，是，我觉得可以在网络上做一些相关的行销，这部分我们有没有做这样的计划？比如说，我们现在网络上就有一个抗疫大作战，努力的。以前抗疫主要是还对。还有对国外啦，国际的啦，不只是台湾的，国际上的。那我们对国际的这个网络上的行销，这个老师跟这个委员报告，我们国际的行销上面就是说，我们这一个网站的英文化的程度不够，我们希望在这一波里面把网络的这个网站的这些数位的这个英文化赶快补上来。那太好了，这你就利用这时间赶快做嘛。所以我就说这时间就检视的最好的时间。是的，所以我们就这时间把我们的数位博物馆的国际化，是我们把它做好。
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你这个计划，要不然就麻烦提个计划，让我们了解一下。我们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网络的英文化的这一个计划，我们可以跟委员做一个报告。先英文化，之后当然我觉得多国语言都很重要。再来的话呢，就是有没有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吧？因为大家知道以前都觉得故宫的参观品质比较不好啦，因为挤来挤去啊，所以很吵。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机会？有没有想过把内部的动线啦、隔间？我们现在就靠着现在修一致周修一致对这个机会，把那些平常就应该做的小型的展场的小型的补强工程赶快做。对，就所以现在有都在做嘛，有。所以我们到时候希望有机会参观故宫，我们来看一下你怎么做这个部分，是因为我们也会安排去。包括我们本来的那个 orientation 那一个这个导览大厅，好，我们到时候去现场再看一下。其实我们都已经把它转型了。再来，我要说一下，刚刚有提到的时候也是说宅经济啦，因为我发现哦，哇，这两个月其实冲击真的蛮大，光北院的文创收入去年整年是4.9亿元嘛，以这两个月来比较。我们现在短少了6343万呢，是的，很多呢，很多，非常非常多。因为我们这个很重要的靠我们的商店，对啊，如果没有进场就不会进商店，所以就对，所以一下少了这么多，所以也是一样。我刚刚讲，同样的，在随着宅经济的部分，也是一个检视。那以前我们就有线上商城，没有错啦。你有没有想过说，我们利用这一波啊，冲一波啊？我们要讲冲一波，我们你有没有想说 KPI 上我们可以增加多少？对，在我们目前，我已经责成我们的文创处，这一波一定要把网络商城趁这个机会，冲上来。对，因为哦，你知道这少这么多，然后，我们整个的来说，就整个检视来讲，因为以前大家都习惯在参观，然后就去 gift shop 要买个东西，是，对啊。但是现在就一样，我们就配合刚刚讲数位博物馆，是加上我们的这个宅经济线上商城，所以线上商城，你们想过说大概可以，我们那么有可能说一个月让网络商城成长10%，来当做一个目标，可不可能？我们以这个为目标来努力啊，这来努力嘛，因为我觉得这个月一定更惨。我们现在因为数字只有一二月啊，一定会更惨。你不管是参访的人数，好，或是这个随着我们的这个商一定是更少。三月一定更惨，一定会比二月更惨。所以就是我们说利用这个机会，赶快不管是说在数位博物馆的国际化、多国语言的部分，以及我们在这个文创的收入短少的状况之下，我们把网络商城把它变成随10%来当做一个业绩的目标。是，那这个部分可以吗？哎，我们以这个为目标努力，以这个来做目标。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就结论，就一个是梵蒂冈可能是会延到明年的三月，那其他我们就是以疫情来做优先考量。那另外呢，就麻烦我们再来做参访的时候，把整个的我们的目前所做的小型工程，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基本上先改善一些现在故宫大家认为在参访上面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再来能够再重新有更多国际观光客来，因为配合交通部还有一个8亿8000万哦，到时候要让国际观光客来到台湾，我现在故宫一定是一个重点，我们希望到时候那个时候在故宫会让大家感觉上已经对一些我们认为的基本问题有一些改善。好，谢谢，谢谢。好，非常谢谢林英华委员的质询，谢谢委员长的回应，谢谢。继续我们请万美玲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那么我们一样有请我们的院长。有请吴院长。委员好。好，院长你好。我想今天呢，很多位委员我们都非常关心哦，因为在我们原来的这个5月18号有一个梵蒂冈宗座图书馆的珍藏的一个特展，那因为这个特展其实是非常特别的，也是在我们国内大家很期待的。那现在确定是要延期延到三月。是，
现在这个是前天我们两边这个达成的协定，就是说先把它延到明年的三月。好，那我想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啦啊、哦。是。那但是呢，本先想要问哦，也就是说在这个上半年当中，因为原来这个展其实也是五月份嘛啊、哦。是。那我们当然就是说在这个对疫情做最好的一个防范，超前部署，也就是说四月、五月或者六月，也许都有一些展它是要向后延的。那不晓得院长在上半年度还有哪一些展它是取消或是延长的？啊，现在目前的展览是需要跟外国对国外的这个合作的，需要外国的人来，或者需要外国的这一个收藏品来的，这个我们会改变，或者是我们要出去的，我们要改变。但如果是我们自己本身可以策的展，所以我们不会改变。那现在我们至于就是国外来这边的相关的展览，我们有取消的有哪一些，或者延后哪一些？啊，这个刚才提到的梵蒂冈这个展是这一个延后了。另外一个就是本来四月有一个数位展要去日本的，这个也延后了。另外的就是在八月蒙古的一些文物会来，这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持续的在沟通当中，是不是这一个延后，或者是他们的没有来，我们也用我们自己本身的自己展就可以，这个我们现在还在评估。好，那院长，我想我这里要提醒的是，其实在当初我们所有这个国外的这个展览哦，那我们会把它引进，一定还有相当的价值嘛、哦、是的、那疫情当然是要取消或者是延后、但现在看起来我们几乎都是用延后的方式做、因为这个价值还在。那我希望说当这一波疫情过去之后，那这个延后我们还是一样要跟这个不管是展的这个国家，我们还是要达成很好的协议哦。是的。那不要因此哦，让这个我们台湾的民众没有机会去看到这么好的展。好，我们一定会这一个持续的这一个沟通。好，那尽量达成这些展能够到台湾来。对啦，我认为其实有一些不错的展，虽然延后，到时候务必其实还是要把它引进来我们的国内哦。那另外，我们现在因为故宫是真的是从来没有过，我们现在整个馆的营运时间也做了一些调整跟更改嘛，对不对？是、那也是因应疫情嘛、不过我们就来看一下哦。那这波疫情当然在这个群聚上面大家都有所警惕，所以呢自然它是人数会比较少一点哦。那我请问一下院长哦，如果我们以同时间哦，同年来讲，不要讲现在三月已经是所谓的疫情的状况比较高峰的时候哦，相对比较高峰的时候，那以今年的一月到二月跟去年的一月跟二月哦，你能不能简单的说明一下人数上的差异是怎么样？这个我们一月北院的话是-44%，二月的-44%的人数是多少？我们从平均我们一个月大概有350,000人的驻馆，但是一月会比较高，都常常会到400,000。对，但是我们今年的一月只有200,000。所以就我们差不多只达成了56%而已。二月更严重。二月-81%，也就是说剩下1/5。对。所以相当的严重。那南院还好，南院这一个一月二月的入馆人数没有差太多，甚至于还增加一点点。那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们寒假延长到延长，所以因为寒假是我们的旺季，所以南院没有基本上没有外国的观光客，所以南院反而没有影响，但是北院影响很大。好，院长，其实从这个事情上来看哦，当然我觉得疫情的冲击是这个人数骤减到几乎少，就是少了85%的啦，那少了近50%的啦，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呢，我是觉得说我们在这段时间，尤其我们整个营业时间有去调整，
诊，我们的人数大幅下降。其实我觉得也正好是故宫啊，我觉得大家可以静下来去思考看看故宫的未来应该怎么转型，怎么走。因为在过去我们这么多的这个参观量，国内国外团体个人，其实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忙啊。那所以这段时间我觉得静下来，不妨我们去逆向思考一下，说好，第一个在这个节骨眼上，其实不是我们冲人数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嘛，对不对？是，因为我们已经要减少群聚了。但是呢，我们又要想说，因为这个疫情到底会多久，我们不知道。那在这段时间之内，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是一样让我们故宫的文化可以让大家去看到。这个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蹲下来准备下一次跳得更高，所以是一个转型的一个契机。那这个转型的契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网络、电脑、数位化这样的方式。这样的话就不必是我们在期待人家尽管来，即使他没有尽管来，我们可以出得去。好，很好。那不晓得院长，你准备怎么样让用网络的方式让他出得去？你现在做的准备工作有哪一些呢？我们第一个准备工作就是我们故宫最重要的还是我们的收藏品，我们的收藏品的数位化之后，然后大幅度的释出。那现在我们的这一个数位化的程度，尤其在书画跟器物类，相当高。不过因为当年第一波数位化的时候的数位化规格不是很高，尤其是我们最好的书画，最好的书画有了数位的这个技术之后，我们就马上用原来的底片转成数位化，反而它的就是最好的那一部分，反而它的数位化规格是比较低的，因为数位化的技术不断在增加，所以我们最好的那些数化应该赶快，就是您刚才高阶的数位，对，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因为数位化的这个技术啊，其实不断的是在转型、在更新啊。那我是不知道说，在过去啊，我们大概都是以这个人流人潮亲自来故宫参观为主，那也不断的在希望这个人数能够稳定或者是成长。那是不是过去有这么多的人力、技术跟心力放在数位化上？那还是说是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急就章的，然后把过去仅有的拿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哦。那当然了，我想故宫的转型它是必须的。如果今天故宫没有去转型，然后没有去真的把这个在国内，我们每一个人对故宫他都有一个兴趣，甚至于团体，甚至于学生、学校、社团等等啊。那我觉得在疫情过去之后，也许你会真正看到真正的问题的来临，是，对不对？现在是有这个疫情加剧，可是我们来思考一下，当这个疫情过去的时候，那故宫应该怎么定位？故宫应该怎么转型？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来做。那现在我们这个故宫因应这一次的疫情，我们有一个虚拟博物馆嘛，对不对？是。好，那这个虚拟博物馆，我觉得这个想法跟个做法很棒。不过呢，我想我进去看了一下这个虚拟博物馆哦，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失望哦，那就是我看到很多其实在其他的这个网站也好，或者是一些商业行为也好，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在电脑上面所呈现的东西是很多元的、很精致、很细致的哦。但这次我看到就是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用 3D 整个去看完我们的这个作品哦。那简单来想，我觉得好像一个 Google Map 这样子哦，那只是能够一个入口。那我觉得如果只用这个入口，然后只是带领大家去这样绕一圈，而没有一个 3D 可以仔仔细细看这个文物，我认为有比较可惜的地方。是，对，我们这个尤其是器物，的确是需要用 3D 的办法来呈现，而且我们应该有一个，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可能做到用 3D 呢？可能多久的时间？可能，而且我们现在正在做，我们的工程人员正在做。那多久的时间？那多久的时间可以在线上用 3D 看到？已经有啊。这个今年我想这个再给我们2个月，我们就可以推出来啊。
我觉得可以再尽快一些些、哦、真的可以再尽快一些。这样子一方面因应在这个疫情，甚至于疫情之后还人这个人潮要回来，它都需要一段时间的。那就在因应过去大家对故宫其实可能兴趣感已经缺缺了，我觉得可能是要尽快。那最后我想在这个线上浏览率，我也要提醒院长，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要设定一个标准，然后才去达到那个目标，这样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万美玲委员的质询，谢谢吴院长的回应。继续我们请吴丽华委员质询。主席好，有请吴院长。有请吴院长。委员好。院长您好。我们许多原住民朋友都非常的敬重您，您辛苦了。谢谢。今天呢，我从我们故宫博物院的业务报告手册当中呢，特别看到在22页，就是提到我们故宫就是在落实文化平权这个地方做了很多的努力。那在这其中呢，我想特别的来了解一下我们如何来落实文化平权，因为这个平权的一个定义概念可能有很多元，那我想在这个地方分享一个部分。那请看我过去在编的一个族群本位教科书当中呢，很注重所谓的一个文化的回应、文化的对话、文化的平权。像这一篇课文叫做谁最厉害，那大意是说有一位妈妈去市场上买了一堆水果，桌子上的那些水果为了谁最厉害吵翻天。柿子就说我最厉害，因为我事事如意。橘子说我才是最厉害，因为我是大吉大利。苹果说才不是呢，我平平安安，大家最喜欢。这个时候趴在桌子上的香蕉对大家说，真正厉害的才是我，因为我可以多子多孙。那所有的水果对他说，你的名字叫香蕉耶。他说在排湾族的部落结婚少不了我，因为我可以祝福新郎新娘生很多的小宝宝。那我的叶子可以做什么，我的茎部可以做什么等等。那最后呢，所有的水果决定围成一个圆圈跳舞唱歌，因为没有第一也没有最后。好，那这一个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在谈所谓的文化平权。为什么我要特别这样谈，因为我想问我们的院长几个问题哈。请问院长，我们的故宫它收藏的是哪一些宝物啊？其实我们故宫最重要的是从清朝的宫廷这个继承下来的那些皇帝身边的宝物跟皇帝身边的档案作者。是，所以是以清朝皇帝的宝物为主。 是。那再请教院长，我们原住民，台湾的原住民，我们也有很多的宝物被收藏。那最早被收藏第一代的文物是在哪里？第一代的收藏，如果在台湾的话，是在国立台湾博物馆。那些也算宝物吗？当然，这个所谓宝物，每一个族群它都有它的宝物。就是值得被收藏的，大概就是视为宝物。对。那么第二代的宝物在哪里？第二代的宝物应该在台大，因为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成立，所以他们就进行了采集。但你可不可以再介绍一下，在我们故宫附近还有哪一些有原住民的宝物？在附近就有一个顺义原住民博物馆，那是这差不多30年来很重要的一个原住民博物馆。那再请教我们的院长，因为我看到我们的业务报告手册当中，为了落实文化平权，透过文化禁用，就是能够就近的来跟这些宝物亲近。那我想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活动，我图片上有显示，可不可以请我们的院长介绍一下？这样的我们是希望让，一方面是让我们的这一个小学的朋友们
小学朋友可以来游故宫。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锁定的是，第一就是偏乡，第二是原住民的朋友们。是。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个整个的比例上来说，是这个原住民的朋友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就是我们故宫愿意去招待邀请我们这些偏乡地区的孩子们能够进来游故宫，我是觉得非常的好。那我也有上网去看了一下它的一个规范规则。那我想要请教我们院长哦，像这样子一个好的活动，我们的偏乡孩子应该要来到这么远的地方，恐怕如果他要负担交通住宿有点麻烦，对不对？对，所以我们提供了交通保险，我们还去这一个帮他们去找到的可以住一晚的地方。哇，所以真的是非常好哈。但是我这个地方就是要跟我们的院长再来做一点点的请教，就是有没有想过让我们的孩子们来到大都会，到我们国家最高宝物收藏的殿堂故宫，看到这一些清朝皇帝的宝物，我相信很多的孩子一定是睁大眼睛张开嘴巴哇哇哇。但是在这个哇哇哇的背后，如果他被非常详尽的介绍，而且说这个东西有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我想请教院长，我们的孩子会不会产生一些负学习，不良的副学习？我知道这个委员的意思了。没错，我们当初想的基本上落入那个汉人的这一个惯性里面去了。所以我们说我们请你们来看故宫的同时，带你们去看龙山寺，带你们去看这个101。如果原住民的小孩，应该是带他们同时去看顺义原住民博物馆，或者是看这个台湾博物馆，或者是看台大的人类学博物馆。谢谢院长，您心里所想的呢，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哈。我想要请教的就是，有没有可能以后这么棒的一个故宫游艺师的活动，在接待我们不同族群孩子来的时候，能够去考量到他的心理反应，能不能也带他们去观赏一下我们的宝物，这样可以吗？那没问题，这个我一定可以这一个跟这三个馆的馆长取得这一个合作。非常感谢。好，那再请教一下，我们的文化禁用的促进活动当中呢，我也看到我们的业务报告手册有一个所谓的数位微型特展。那刚才我也不断地听到所谓的一个虚拟的一个展览，那我这个地方就一样的想要用文化平权的概念来请教我们的故宫，请问院长，像这样的一个虚拟的这样的一个到外面的一个特展，带着我们的故宫文物出去，它可能是虚拟的影像的，那我不晓得说这个时候我们的宝物进不了故宫，因为那是清朝皇帝的宝物，那请问出来的时候在虚拟的博物馆里面，我们的文物可以进去吗？会的，这个我们会一起把原住民的文物，尤其是在刚才说的三个博物馆的文物，也这一个纳进我们的这一个虚拟微型特展里面去。谢谢委员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做这一些本来好意做这些的时候，能够去更精致细致的去考虑到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地区的小孩，他要配搭不一样的东西。谢谢委员啊。我也要非常的谢谢院长，非常谢谢我们的故宫，因为今天最主要呢，就是想要来跟我们故宫谈一谈。我们的确是在这几年哈，我看到有非常好的很多的策进作为，包括教具箱的巡回展等等哈，所以我非常期待，因为我也在手册里面看到，我们推动的是青年的
主流化，希望拉近各种不同族群年龄的人都能够来文化禁用，亲近我们的博物馆。所以呢，我非常希望的就是除了这个文化平权的概念、文化禁用的概念、族群主流化的概念也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整个博物馆的一个营运当中，让我们的不同族群都能够在这块土地上，不论是哪一个环境，我们都能够成为主体的被看见，那让每一个族群都能够很平等尊严的能够被对待。我想呢，这个是我代替我们的族人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个发声。那非常谢谢院长您释出的友善，那希望未来故宫我们可以看到更多能够真正符合文化平权的做法。会的，我们会这样做。也谢谢这个委员可以从这一个不同的角度提醒我们有一些不注意的美感。谢谢啊。好，谢谢院长，谢谢主席。谢谢吴立华委员的质询，谢谢吴院长的回应。招委在这里也希望院长在您任内这四年当中规划一系列怎么让原乡的孩子进入到刚刚院长所承诺的那个部分，好不好？那因为我们现在只看到偏乡的孩子，并没有看到原乡的学校，所以你们要怎么样的规划，麻烦一下有一份的计划，也让本席招委还有吴立华委员以及我们所有的原住民的立法委员们手上都要有一份，好吗？谢谢。继续我们请吴思瑶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有请院长。有请吴院长。院长，委员好。我平常是不戴口罩，我今天特别戴了这个口罩。谢谢。不知道这是什么口罩？委员一定会变成我们很重要的推广者。这是什么口罩？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最近跟一个这个服装设计师，这个合作的，对。其实这不是最近啊。2019就开始了。我这一款是什么？这一款是什么造型？我这一款是什么造型？纪实文稿啊，那好是吧？因为我们最近还有这个清明上河图的呼吸他的那个呼吸有点困难。好，等一下跟你讨论口罩，我先破题哦。防疫不防疫，这是故宫的口号，非常好。防疫，但是不要对艺术防备。我帮你进阶的进化了一个新的 slogan， 叫做防疫不防疫。第二个防就是防疫期间，我们就不妨用艺术来疗愈大家。所以短期要完备整个故宫的防疫措施，滴水不漏，长期是一个故宫转型的好机会。下一页。所以我看到你们很多超前部署，看起来我相较于跟文化部门的相关管所，我们确实做得比较好也比较严谨，毕竟我们的国际观光客很多。那我之前垂询过您，北院到现在因为量测体温超过 37.5 的，然后你们委婉的请他不要入场的是几位？有两位。两位嘛，还好他们都愿意配合。是的。所以我们要去检讨，基本上我们没有强制力，但是跟着疫情如果越来越严重，我们现场我也了解故宫是有提供口罩嘛，如果他还是强行要入馆你怎么办？如果37.5度以上，我们绝对不会让他。所以你就还是会去贯彻强制性，很好。那现在口罩的配给，我也发现故宫是所有文化馆所里面，应当是备存物资最多的。你们也会主动提供给我们故宫所有的人员吗？还有，如果我们第一线一定有，那如果参观者他想要索取，故宫柜台好像可以给，是不是？但是，现在这个口罩是防疫物资，我们也不能随便给嘛。随便给，很好。我只是要点出，你们其实样样项项都有备齐。好，
滴水不漏，继续作为各管的领头羊，超前部署。好，下一页。就说到这个口罩，周玉颖，2019年，其实周玉颖 Just in case 是台湾现在善用台湾的文化内涵，尤其跟故宫合作非常多，他也跟我们历史博物馆的常玉的画作合作，前进了国际的各大时尚周，所以周玉颖在2019的这一款，他是用，我手上的是颜真卿的祭祀文稿，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郎世宁的花音双鹤，也都让这个 IP 释出，让他可以来做文创的相关的时尚创作，我们现在是这一个，即使他做盈利使用，我们的中阶图档都可以免费的提供。而且另外我也看到，我们故宫提升了一个产官学合作的机会，把我们的清明上河图也一样授权，让新北市的樟树国际时创中学跟亚东技术学院合作，有做我们台湾企业发展的高级机能部，去做成口罩的收纳袋跟口罩套嘛，这都是故宫的创举。但是我要在这里严正说，其实这一个我研究很久，它用于防螨防尘，其实在防疫的部分，虽然它是 N95 以上等级的，但是也许在防疫上似乎是没有办法达到防疫的效果嘛，对不对？但是一般的防护是没有问题 的，是的，我要在这里说明。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机会，当我们戴上口罩也可以变得很潮的时候，故宫的文化内涵就是一个好的机会嘛。我鼓励你们防疫也要搞文创，但是疫情期间这个是没有办法防疫的，这我要讲清楚。好，下一页。故宫的这些老东西不是停留在古代，对，现在还是有用的。我们要转化，对，我们要转化，把文化内涵做新的价值运用。下一页。全球疫情紧张，各馆都有闭馆。好，梵蒂冈博物馆，大家刚刚关心他们的展跟我们的展示，借展是延后了。梵蒂冈博物馆自己本身3月9号到4月6号全面闭馆，罗浮宫闭馆了4天，然后现在重新开放。可是他们现在采取的是用电子票券的人才能够入馆，因为他可以管控入馆人数。日本有近百所的博物馆，公立私立都闭馆了，而故宫现在史上破例周一休馆，强化消毒跟防疫措施。我要请你们做好准备，一旦中央指挥中心认为我们的疫情如果不幸的达到一定的紧绷，我们可能也要面临限制人数甚至是闭馆的准备。是的，所以罗浮宫的方式，他用电子票证的订购才能够入场，这是你们可以值得学习的一个方案。这个我们这个电子化购票电子化这件事情，你们有没有提早超前部署？如果必要的话，也要启动这样的机制。我们现在就已经在本来就是我们的既定目标。好，因为我知道你们成立的防疫指挥中心。好，那我们就超前部署，准备随时有实训实战的一个完美的执行，好吗？下一页，我时间要加快哦。故宫没有闭馆，可是游客却闭馆了。几个惊心动魄的数字我都不再赘述哦，譬如说北院2月跟1月比少了70%，跟去年同期比少了85%。而我这当中，我们看到下一页，各国人数连国人都减少入馆，不是只有陆客不来，我们的中国客、韩客，北院2月也少了66%，欧美客少了68%，东南亚客少了3%，南院相对好一点，但是南院也国人也少了50%入场。但是这当中我看到机会，也就是南院跟北院，我们回到前一页，它几乎要呈现一个看馆人数的黄金交叉。是，所以南院因为它的地理环境，它也比较热，它也比较空旷，这是一个让我们扩大启动北院的文物到南院去策展，进行一样的文化平权跟展示的好机会。我知道你们有在做。好，清明上河图，我们现在的国宝典藏展前进南院就继续做好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没问题，大家害怕进入北院，怕跟更多的国际观光
光客接触，但是文化的推动不能停摆，就扩大这个部分展件南展啊，南运去展示的机会。下一页，您刚刚在下一页刚刚讲很多，我们的数位典藏做得很好，不好意思，我要泼你一些冷水。我们确实有六大平台上线了，数位博物馆、虚拟博物馆。首先，我们要感谢前瞻建设，我们有517做国家文化记忆库的数位典藏。数位典藏是第一关，我们要把所有的文物展件数位典藏之后，才能够进入价值运用的新的转型，也就是现在你们提出的几个主题策展，720度 VR 这些 Open Data、Google Arts and Culture， 它都要奠基于数位典藏，才会有数位展示线上博物馆的可能。下页做得不好啊，院长，防疫不防疫，可是线上故宫雷声大雨点小。我去盘点了你的六大计划，并没有因为疫情期间大家实体参展不来了而提升线上的人次。哎，我报告院长，我现在就拍摄供，哎，我马就准备欧露领，哎，可是我们的这些线上，我看 Open Data， 我们越来越多的典藏上网可以分享，我们少了1/3的线上浏览数，从152,000降到119,000，主题策展也少了一半，从72,000少成33,000，这些每一个样样项项都往下掉。换言之，实体未观展的人潮没有踏进故宫的，并没有转化为线上博物馆的浏览人次，所以我没有办法认为你们做得好啊。下一页。Google Arts and Culture 是我多年要求你们加入这个世界最新的、最夯的虚拟博物馆的平台。我们来看看，故宫现在有4个主题，301个展件。大英博物馆是我们的24倍，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是我们的667倍，荷兰国家博物馆是我们的546倍。惨输国际，下一页，我们也输给国内啊。台湾现在，我也强力要求各个馆舍加入 Google Arts and Culture。富邦民间的艺术基金会454个展件，连教育部的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都在主题的部分没有输给故宫，甚至超越我们。所以我要说，我们做的并不好，哎。下一页，下一页，我来看一下。最后，我给你一个命题，一个月内给我一个答案。下一页，中研院数位博物馆，下一页。因为它有一个完整的数位文化中心的组织，我们光凭一个教展处只有4个人，下一页，41位员工里面负责我们的六大虚拟线上故宫只有4到5位人力，我们没有专责机构，人力不足，它当然难以整合，当然难以小兵立大功。我下一次跟您详述这个部分，您好好去研究这个议题，借鉴一下中央研究院他们的数位文化中心专责组织，就可以做好中研院的全面的线上中研院博物馆。我很多资料，很可惜今天为了这个口罩花了一些时间宣广宣传，应该给我多2分钟哈。不过没关系，我们下次一起讨论好吗？好，专责机构，所以留下 legacy。疫情冲击是国人的伤痛，但是我们要留下文化转型故宫精进的 legacy。我们在组织的精进数位的部分，我会再跟您讨论，好不好？谢谢委员的指教。好，谢谢。好，谢谢吴思瑶委员的质询。恰巧你今天质询，我也差不多想问他们这个部分。对，那所以呢，最后哦，我已经告诉他们了，在我的时间里面，我会让他放一下，我们看一看 Open Data 到底做的怎么样。啊，因为我也看到了郑愉快，所以赶快你们准备一下，我们也帮你宣传。司瑶委员已经告诉你们，你们的人力不足的问题，国网中心可以协助你们，好不好？好，谢谢。继续，我们请林一景委员质询，然后待会在陈秀宝委员质询之后，我们休息5分钟，谢谢。有请吴院长。有请吴院长，谢谢。委员好。吴院长早。
我想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武汉肺炎疫情哦，那影响到整个那个博物馆界哦，我想你们感受应该非常深刻哦。那我想当然刚刚我们有做一些修正哦，因应这个武汉肺炎，那当然目前是有礼拜一休馆哦，那礼拜六天没有那个延长。那可是未来好、哦、未来我们到什么样的状况有不排除有闭馆的可能吗？啊，这个要由这个中央疫情中心的这个发布的情况而定。是。那我们现在只是这个为了因应整个是疫情中心给我们的指示跟这个文化跟文种人种的指示，我们做了一些这一个应变的规划。好，那另外就是说刚刚吴丽华委员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个这个专案就是故宫游艺师学子开放参访北院的这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吴院长之前来拜访我的时候有特别跟我提到这个计划。那我想这个计划真的非常好，就是说因为增进让偏乡学子可以来故宫学习的计划，那也实现了这个文化平权。那这个专案的内容有友善故宫跟体验故宫，那我想要询问的是说，像现在因为很多县市政府的教育局都希望他们的学校所属的学校的校外教学是延期的那或者是说不要离开他们所在的县市做校外教学，那这样子的话对于体验故宫这样的一个专案的话可能会受到影响。那你有没有打算什么样的计划来因应？第一个就是因为南院的空间比较宽敞，是所以第一个是北院可以这一个消极一点，但是南院应该还可以继续做，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主动的到学校去，这个要不然的话现在让他们大规模的到台北来其实也不太好。对，好，所以你们有打算说把这个计划挪到南院去，就是重点，因为这个计划本来是采访北院嘛。对，但是我们南院也有，但是我想在这个时候尽量是往南院走。对，OK， 嘿呀，那所以我想，那个如果有这样的计划那我也期待说，是不是也有个书面的报告给本席那想另外要跟院长讨论南院整体发展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当初设置南院是为了解决中南部的文化禁用权、文化资源相对不足的问题。那可是我们如果从参观的人次来看从2016年的147万人，对，到2017年变成99万人，201876万人，2019又回到100出头万，对，我那个院长好厉害好知道了，把这个数字背得很清楚。因为这个是我很重要的一个。那当然，2019有回2019有回到这个100万，我想这个当然是。我想是那个吴院长上任之后有推出非常多的这个没错，我们积极的把这个北院的文物拿到南院去展，所以人数确实有回升这很肯定这个院长对这个部分策展的方案的努力那可是这整体来看这个南院整个的这个参访人数还是偏低，还是不是我们当初这个设置南院的预期的这个人数。我跟委员报告现在是进入南院的国人比进入北院的国人多，是因为南院99%是国内的访客，是对，所以几乎是100万的人进南院，只有74万的人进北院。哈，所以从国人来说，国人参访这个故宫的这个数目来看那当然我想是这样子，对哦。那我们要去南院的这个诱因，我们要再加强。是。那因为南院很明显是它
它附近没有连接太多的景点。是是、嗯、好，那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先设想，很多人其实去参访景，去要去进去南苑，其实它的外表的吸引也很重要。像奇美博物馆，它因为它这个整个建筑盖得非常的雄伟跟吸引人，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去那边拍照。可是去那边拍照，啊，说人了高黑啊，啊不行，说被你看看啊。是。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在故宫南苑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区周边的这个设计，我们那个园区，其实我们那个园区现在美化得很好，所以其实这个我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104万是进到园区跟进到我们馆内，对，那大概有一半的人是只去了园区，没有进馆内。哈哈哈。那这个是我的策略，就是第一先让大家进园，进对进这个。第二，进一步进馆。对，是是是、啊。所以现在，所以我们在园区其实做了很多的美化跟活动。像说我们中南部、南中南部，其实降旗就是那个黄花风铃木在盛开，其实非常非常的漂亮。做的意思说建议啦，当然如果说类似这样子来种比较多的这个黄花风铃木的话，那他们去那边拍照啊，然后就是吸引他们进园，然后再吸引他们进馆，就符合院长刚刚的策略啦，当然这个还可以在我们再设计看看。那当然就长远来看哦，南苑如果要大幅提升这个游客人次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怎么样跟附近的这个景点做连接。所以我们跟阿里山分管处、跟这个西拉雅分管处、跟这一个滨海分管处都有联系，我们一起绑套装的行程啊，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哈、因为如果你就单独南苑的话，没有做其他的连接，那变成那个吸引力不大。那所以期待说吴院长把这个套装，而且你为了我们为了故宫的这个进园人数增加，那你应该就是要主动去启动，去跟其他的这些其他的部会去做一些连接，是让院长再努力加油一下，把这个南苑哦整个的这个参访人数再提升哈，那也提升，因为其实如果就你的数字再统计再详细一点，应该也是中南部人进南苑的数目相对大嘛。没错，没错嘛，没错。所以这正是设置南苑一开始的这个宗旨，其实有在发挥嘛。那也期待说在连结附近，因为像说我们那个南苑附近有一个蒜头糖厂，蒜头糖厂，对对对。那当然蒜头糖厂我们要怎么样跟它做连结哈？是，那当然你刚刚有提到阿里山，阿里山离南苑相对远一点点啦，但是它可以从到九都。可以绑成一个一天的行程，就是所谓一日游，所以你要个套装一日游，要把它设计出来。目前有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规划吗？有，我们现在就有了。哦，现在就有了。对，我们这个爱台湾博物馆卡就已经把这个当成一个游程啊。对，就我们现在这样的设计，基本上就是希望说是一个面啊。是一个面的推广，而不是说只期待说来那个南苑这个点，那这样子变成诱因不强。是，好，那期待说这个我们那个院长，把整个那个跟中央地方的资源做一个整合，然后让这个更多人来进来南苑哈，让南苑的这个人数再提升哈。好，谢谢院长，谢谢。啊，谢谢。非常谢谢林育景委员的咨询，谢谢，也谢谢吴院长的回应。继续，我们请陈秀宝委员咨询。谢主席，请院长，有请吴院长。委员好。院长早安。早。啊，其实今天多位的委员，应该今天大部的委员就是对院长您的质询哈，还是着重在疫情这一块。那疫情这一块我们怎么因应，然后我们整个馆未来思考的方向。那本席在贵院的业务报告中有看到说，因应我们整个肺炎的疫情哈，那包括我们整个防疫的措施，包括量体温啊、消毒啊这个部分我们都有在做。那我们比较一些展览，好，室内的群聚活动我们也都延期，好，或者说是先暂停。但
但是在这个时候，本席会建议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不影响我们整个故宫的运作的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我们可以考虑趁这个疫情休馆的这个时候，我们来做进一步的文物的修复？你们本身有没有这样的规划？我们文物的修复平常就持续的在做，而文物的修复就是它是需要专业的，所以即使我们其他的业务暂时少了，也不能移过来做，是因为我们修复的人力就是那么一些，但是我们持续的在做，碍于人力的关系，并没有办法说因为这样子在修馆期间之内就比较大规模 的去做文物修复的规划。另外在业务报告之中，你们刚其实委员有关心过，就是说关于相关的一些我们的厂商纾困的方案，那我们提到说有降低他们承销商每月结账的金额，降低他们权利金种种，像这样子的纾困的方案，我们有跟厂商对话过吗？我们马上第一时间就跟他们对话，而且请他们提出他们的需求。所以是实际上有倾听厂商的需求。有，我们希望可以。这次疫情，我们不只是倾听厂商，我们倾听旅行业者。所以我们这一个，譬如说我们缩短这个开放时间，也没有引起这个旅行业者的这一个。所以希望在相关哈，除了我们自己本身的因应之外，对这些哈协力厂商也能够提供他们最实质的帮助。是。另外那刚才其实我们多位委员也有提到过说，在这个时期其实是一个机会，就是说我们去思考说我们整个线上策展的部分，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适度的来行销我们故宫的品牌，那我想请教馆长请教院长，我们馆内所贩售的纪念品或者礼品，经营者是我们或者是厂商？经营者是我们，但是我们委托厂商帮我们卖，所以基本上这一个主体是我们所以每年在我们这个纪念品礼品，我们是不是在每年就是会规划说预计我们今年会销售多少数量的这样的物品？是的，我们跟他有一个合约，第一个就是他的营业额的多少比例要给我们，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你每年必须最少的营业额必须多少。对，那院长，像我们刚才委员提到过的哈，就是说在一二月那来馆人数非常非常的明显的落差，那人不进来当然就不会来消费。那像这一些纪念品，它有一些也许有保存期限，比如说像原子笔，它可能不可能放个三年五年，它不能书写了嘛。那趁这个时候在人不进来也没有办法物品销售出去的时候，那我们在网络商城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促销的活动？没错，这一个我们现在已经在做了就是至少也减少库存的压力，那也让民众可以用比较优惠的价格。网络商城是现在我们必须极力的大推的所以说会有一些相关的折扣的方案吸引民众一定会有促销这个部分的话也希望说借这个机会我们来提升民众对我们一些礼品纪念品的兴趣，因为其实这样的价格其实本来都不会太便宜，但是如果有这个诱因的话，希望说对我们整个商城的业绩也会有帮助再来我请教院长，一府二路三艋舺，我相信大家都捌听过一府二路三艋舺，代表我们鹿港就是我们台湾的素文化真正真重要一个发源地。进一步说，彰化县建县300年，也可以说是我们台湾中部代表性的文化古都。请问院长，你同意吗？当然。对，那彰化县也是第一个争取到故宫国宝出游专案的县市，所以本席在这边也要代表我们彰化县的县民乡亲向院长您致谢。谢谢这个彰化县民的支持，我们的参观人数相当多。这次成长的经验不仅是让故宫国宝跟文化古都可以相得益彰，也提供了我相信也提供贵院未来在这个故宫国宝出游这个专案来做参考，也希望以后还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国宝来到我们彰化来成长。那目前我们彰化县在我们鹿港有一个千帆鹿港再造
鹿港历史现场的计划。那鹿港可以说是台湾城镇发展演变过程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历史地位，它是一个缩影。那这个计划其实就是以生活环境的博物馆作为就是一个整体的规划跟构想。那透过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这个概念，希望把鹿港变成就是说让地方历史、自然环境、生活习俗种种的细节都可以呈现，然后得到地方的认同，也振兴我们鹿港的观光。那这个计划虽然它还在持续中，那本集也建议说希望以后故宫可以有就这样的经验，就是博物馆的整个经营的专业来协助，然后到我们鹿港来陈列、策展、导览等等，希望说来跟我们做分享与交流，来协助说我们整个计划的完整性。这个我们故宫应该对于鹿港有一些档案资料，我们会尽量的提供。谢院长，来在对于刚才有委员很关心的对于偏乡的青少年、高龄长者、身心障碍者等等的群体，那故宫它有文化禁用跟文化平权的这个专案来协助他们。那我想请教一下，关于偏乡儿童或者说漫飞天使这样子，刚才院长你有报告过说有交通补助，甚至可以协助说他们就是住宿的处理，但是一般的弱势团体他们可能找不到申请的平台，说是有个比较详细的资格条件的办法能够一份给本席，让我可以转给这些弱势团体。我们会把这个办法提供给委员。对，再来我想请教院长，您就任一年多，那在去年的3月30号有一篇您的专访，您也说故宫的当务之急就是所谓的又是 friendly， 就是业务报告中你所提到的就是使用者的友善化。是，那关于这一点，其实使用者友善化主要是以参观者为本位。是的，希望说在空间上设施上可以友善化，那这个部分本席也觉得应该要确实来推动。那因为贵院经常有很大量的团客跟散客都会交错，那在同一个展区就经常会有同团不同团的解说导览，造成彼此的干扰。那在这一块，在其实以博物馆来讲，当然人数它是一个指标，你今天人数冲得很高，表示说博物馆被喜爱的程度好，那但是该检讨的就是在这个值跟量如何去达到一个平衡。是，在参观博物馆的同时，其实我们在跟这个文物对话的时候，你在细细的这个在观赏的时候，你旁边有不同的人不停的穿梭，不停的在旁边呐喊，这边来这边来，这一团走这边，其实对这参观者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干扰。那当然也许我们场地的限制，因为我们场地的规划或者是我们种种人数的限制，没有办法做到那么严谨。那在这个时候，当这个时候疫情的发展，我们的博物馆在这个时候被迫要停下脚步来学习思考。那么刚才也有委员提到未来我们故宫所发展的方向跟定位，在这个时候院长你有什么的看法？这个没错，尤其是北院因为团客多，而且这些团客的导游有时候是就像委员说的那样，这个造成我们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也在思考如何导进新形态的导览方式，譬如说用新科技的帮忙，用 QR code， 甚至用这个无人这个机器人，用机器人导览。那也就但是这个不是一触可及，让我们是先在南院这一个试验看看，希望我们所以是已经有着手在规划。对，我们南院希望今年下半年的展览可以导入新的导览的方式，希望说在整个参观的品质的提升非常之重要，这也是热爱博物馆的粉丝们所期待的，也请院长你们努力，谢谢。好，我们会这样做，谢谢。谢谢陈秀宝委员，谢谢吴院长的回应。我们休息5分钟，待会再继续。
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我们有请赖品妤委员质询。他们都好像不会懂得进度。哎，麻烦主席请院长来。好，谢谢，谢谢。我们有请吴院长，谢谢。委员好。Hello， 院长。那我想今天就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您。那首先呢，不免俗的嘛，就是说，因为我们疫情现在还是如火如荼中。那我想请问的是说，因为之前我看到故宫有提出一个新故宫计划嘛，那当时这个计划里面，原来预期的是想说，刚好因为2020是东京奥运，然后想要借由这样子的时机来，进一步的去提升故宫的参访人数。那我看到当时这个计划里面定的是说，想要达成，北院参访人数要540万，那南院要达成120万人次，总体的目标是突破660万人次。那这边就有个问题想跟院长讨论了，因为像我们2019年故宫北院的参访人数是380万人次，那南院大概是100万人次，合计大概就是480万人次，显然离这个您这个计划的目标有一段距离嘛。那现在更不幸的是说，刚好遇到武汉肺炎的疫情大爆发，包含今天 WHO 终于要承认这就是一个全世界大爆发的疫情了。那可以看到是说，在前两个月其实故宫的参访人数就大幅的减少，尤其是二月份，您上次也跟我讲说少了大概80%的游客，然后尤其是故宫的本院主要的参访游客的参访游客主要是以国际旅客为主。那所以我想请问的是说，一边我们面临着武汉肺炎的疫情，那一边又看到说，其实最近这两天又传出说，东京奥运可能停办延一年或两年，在这样子的状况下，这个计划还适用吗？还是您有考虑要修正原定的计划？我们的计划本来在2016年12月行政院核定，但是我们在去年的10月已经减项修正了那这个当时候行政院是原则同意，但是细节还需要去把它给精致化，所以我们会趁这个时候做一些微调。是，对，因为我想不管是京奥可能延办或是说有疫情大爆发，这个都是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个也没有人会苛责啦，只是就是提醒说，这个东西可能要重新检视，然后去滚动式的修正。那另外我也想简单的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故宫有推出一个720度 VR 走进故宫的计划，那这里我有两件事想要询问院长这边。第一个就是说，我看到的是目前这个 VR 使用的人数可能相对的还是没有这么多，那这部分我想请问故宫有没有什么提升使用人数的方案。那第二个是说，因为这是新技术的应用嘛，那看到的目前它的状况是北院有，南院没有，我也想请问院长说，这个东西未来是不是考虑可以延伸到南院也有是这样的，我们是把它放在我们的官网，是，那但是很多朋友，因为我们官网太复杂，我们把整个的官网把我们包山包海弄放进去，我跟我们的同仁说一定要分流，是，要不然的话网海无边找不到他，所以一定要分流，让大家可以很快的知道我们有那一些数位的资源可以使用，所以我们马上会把我们的官网分流，让大家可以看得到。所以听起来就是说，院长觉得说这个部分可能是网站设计的问题。那我希望的是说，不知道故宫这边能不能把，怎么去改善的细节，就是给本办一份详细的说明。那第二就是说，我也希望说，南院也能够有这个东西。是的，对，我们南院，我们南院是今年的4月就会推出数位展间。好
好，那就是 说好了，今年四月哦、到时候我也会来看进度有没有达到。是。那另外有一个事情，有关我选区的事情，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我看了一下，在你们自己的业务报告里面有提到说，故宫致力于落实文化平权，那一直都有办理一些多元课程和教育推广的活动。那我觉得这个本意当然是很好，而且尤其是自从文化部长，我们郑部长上任之后，也一直很重视文化平权跟提升文化禁用权。我想，院长，我想问您，您支不支持持续推动偏乡学子多接近故宫？哦，当然，这个我支持啊。对，这个一定是没有疑问的嘛。但就像我刚看到，就是说本办有去查，就是说看到说你们有提出博物馆管校教育资料连结服务计划，然后它里面是说希望可以前往离岛偏乡及教育优先区的40所中小学进行博物馆教育，然后也有提出说可能故宫游历史啊、创客魔幻列车等计划。那包含这次你们自己的业务报告里面也有说，故宫积极推动微型教育巡回展，已经到了全台湾12个中小学或大学展出，然后有说展出的地点以均匀分布各区为原则，并以偏乡及教育优先区为主要考量点。那这些说法，我当然都觉得这个出发点是很好的，利益是很良善的。但我必须要提出一个疑问，一个希望故宫这边说明的，就是说，因为您自己这个业务报告自己说，就是以偏乡教育为考量，但是我去检视了这个巡回名单，总共12间嘛，却发现说，这12个名单里面其实没有一间是新北市所定义的56所偏远地区的中小学，完全没有。而且这56所里面，其实我的选区就包含了35所。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故宫要怎么解释这个部分？啊，其实以前我们这个只有一部这个车子在跑，所以当然会这个点不会那么多。这是一个，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增加另外一部车子来跑，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他们来申请的，就是一种是我们出去，一种是他们来申请的。那这一些申请的，可能我们的这一个消息的传播的管道不是很精准，那常常是透过这个教育局，那教育局再发文下去，所以可能不会很精准的到达偏乡，所以我们会考虑我们如何把这一个资讯能够更加的精准的到达偏乡去啊。对，因为其实院长自己也讲到了，因为自己申请的我看是故宫有意思嘛，那这份名单其实后来就是审查核之后，名单我也觉得问题蛮大的，因为一检视名单之后发现说，新北市偏乡的学校只有一所，就是这个名单里面只有一所正。但是你最近我们这个新北市的副秘书长也来跟我们谈，他们要跟我们合作，如果有这样的合作，是跟县市政府有这样的合作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周全，每一个地方哪一些学校该来，我们哪一些学校该去，就会可能比较周全。那我想是不是这个应该要分成两个部分，因为第一个就是您说快闪博物馆看起来就是一车这样子过去，那可是我觉得好像没有回答到，就是说为什么在，因为这个我的理解是你们是可以主动去选择说这是哪一些学校要去嘛，可是事实上就是这12所里面没有新北市的偏乡的学校，所以这部分我会希望说故宫可不可以提出一个解释，然后我们也再来一起讨论说能不能在这一部分有进一步的改善。那另外就是我想知道，就是说因为您刚才也说新北市这边也有来谈，那就是你们是怎么谈的，那最后的可能最后的 deal 是什么，我们办公室这边也会想知道，因为就像我刚讲的，新北市的56所偏乡学校里面，我们选区就占了35所，所以这个问题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那也希望说，故宫这边可以给本办一个说明。是。那再来就是说，我想再回来讨论南院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去年故宫南院的参访人数已经突破了100万人次嘛，大概就是100万左右。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那个，我们去检视它的结构比例，其实有大概90%目前都还是本国的游客。那99%，对，大概很高的比例。对，那问题就是说，
对，这个比例真的是跟北院比起来简直是 天壤之别、绝对数来说进南院的国人比进北院的国人多，是，但是我觉得事实上就是说这个比例的调整是有问题的。那当然，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故宫自己也有出来讨论过嘛，就是说可能很多的理由嘛，包含交通便利性、知名度、馆藏等等的。但我想提出的一个看法是说，因为我觉得南院，因为我刚讲的理由是故宫自己讲的理由，可是我想提出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因为就我们去查资料看到说，当时去年有新南向计划嘛，那其实我们的故宫南院有到马来西亚国际旅展，有到胡志明市国际旅展去参展。那其实在这两个展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两个展览就大概吸引了110,000的民众来参观这个摊位。所以我觉得对外国人来说，其实我们的南院并不是故宫提出来的理由所讲的这么的没有吸引力，因为看起来我们出去策展去布展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还蛮喜欢的。所以我会希望说，故宫这边是不是能够就是提出改善的方案，然后给本办，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去改善，然后来吸引外国的旅客来故宫南院。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来自于他们来我们这里都从北部进来，松山或者是桃园进来，所以很难拉到南边去，可能是这个原因啊。是，那看简单说就是说目前是9:1嘛，那我想故宫给我们办公室的报告，我希望是不是能够先往7:3这个方向去修正，就说到时候再给我们一个改善报告，然后我们就要求不多，不用到5:5，我们就以7:3为原则来下去去修正去改善，好不好？就先这样，谢谢院长，谢谢。谢谢。谢谢赖品妤委员，谢谢吴院长。招委在这边提醒一下我们在场的委员们哈，因为招委呢一直以来在立法院6届了，那有一些基本上的礼貌，请这个新进的委员们注意一下，上下麻烦一下也给招委鞠躬一下好吗？然后抱歉哈，因为我必须要提醒你们，我已经看了好几次了，那并不是因为大小的问题，而是一个最基本的礼貌。然后包括我们在场的官员们也都会为今天主持议会的主持人这样一个礼貌好吗？不好意思，谢谢。继续我们请高鸿安委员质询，谢谢。好，谢谢主席，有请吴院长，谢谢。有请吴院长，谢谢。委员好。吴院长早安。今天的话呢，其实故宫这个部分我还是一样跟赖委员一样，想要先从这个 VR 的部分先跟院长谈起哦。那 VR 的部分呢，其实也是很感谢教文委员会就是安排了这一次故宫的质询，让我有这个动机可以把720度 VR 的走进故宫整个完整的玩过了一次。那这个 VR 的部分我觉得蛮好的是说，它其实口号还蛮吸引人的，说不想出门人挤人，宅在家看白菜，我觉得还蛮喜欢这样的口号。那可是呢，还是要稍微从就是因为自己是比较偏向科技理工系统相关的概念，那我看到的是说，像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皇帝的玩具箱好了，像这样的一个VR 的一个互动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有几个问题，比如说呢，我们其实看到这里呢，右边是我们先看到的展间，那它是一个从故宫的至善路的大门开始一路走到展间之后，再想办法到了每一个展间里面去对文物去做一个点选，跟它会有出现不同的显示。那我第一个要讲的是优点的部分，其实文物的资讯简介内容是挺充实的，但是呢，在这个从至善路走进去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每一个展间的整体索引上面是比较缺少的，所以我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有一点迷路哈。这个可能就是自己平常在玩那个电动游戏的时候，是会觉得说其实应该会有一个大地图等等的，让我知道我在故宫的哪一个角落在进行哈。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提供给当做一个使用者回馈，提供给院长跟故宫的同仁们，就是官员们可以再参考。那第二个是说呢，使用上面比较卡啦，因为我们自己在开发系统的时候，其实通常会考虑的是效能测试。哦，那效能测试呢，我们一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可能是使用者大概按下去之后2-3秒回应。好，2-3秒的回应，如果说没有办法达到的话，可能使用者就会觉得是不是网络上面系统有些问题。哦，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在 VR 的这一块哈，可能也需要去考量一下效能的部分，后面是不是还能够再提升？那我刚刚因为知道说，其实这个系统只有4个人在做，院长是真的吗？只有四个人。
个人啊，是的。哦，对，那我是觉得你们可能比较辛苦一点啦，因为四个人在维持这样的一个系统，确实上可能如果说故宫觉得这是一个很符合时代科技趋势的一个作为的话，可能在这个部分人力也需要再多增加哈、那再来就是说，当然因为我自己本身在数据分析上面有过一些经验，也会想要好奇的知道说，那你们是不是从后台的数据可以看出来，比如说民众他对于这个选取这个文物之后，到底哪一个文物浏览度最高，或者是呢他停留的时间最久，或者是影片点阅率最高，我相信这个都可以对于民众对于什么样的文物或者是这个有兴趣，你们可以去规划后面再做更多实体的导览去吸引他过来。因为有时候就是你知道 VR 玩完之后他还是懒得出门，那对于故宫来讲，从这一块 VR 怎么去延伸成是一个真正可以 cash out 的一个商业模式，我相信这是故宫未来可以努力的部分哦。那我们再看到第二个，这个是网红行销，这个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尴尬是哦，我不知道院长你知道萧敬腾吗？我知道就是你知道萧敬腾是一个我不要讲萧敬腾好，萧敬腾可能吃泡面，他光是拿一碗泡面在那边吃，可能他的 YouTube 点阅率都会超过一万。那我不要讲萧敬腾哦，就我跟院长，我们你知道萧敬腾的歌有什么歌吗？不知道就我们其实只要好，我来，就我只要唱一段萧敬腾的热门歌曲，今天我们两个质询的影片一定会破1700，这个院长你同意吗？当然。还是你要什么试试看？连我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当然有广告效应。所以呢，我很遗憾的要在这边跟就是院长报告一下哈，我们在这边其实有做了一个所谓的经典之美新媒体艺术展这样的一个 YouTube 的一个频道的节目，但是在这个节目上面呢，我很遗憾的看到萧敬腾这个脸书按赞有187万，具有全球知名度的一个就是这么样一个巨星哈，他在这个经典之美的这个故宫的 YouTube 频道，你看他的那个观看次数只有1792哎，就是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可能需要了解一下背后的原因哦，因为我相信说，其实故宫如果去找网红类型的或者是明星做行销，一定会花蛮多的经费。那我可以看到这个系列其实拍得很精致，它包含说从美感学习的6个构面，还有像比如说文物赏析的6个观点、装裱等等。其实连我这个理工女看了，我都觉得哎，其实对我的这个艺术的细胞有足大的提升。但是很可惜的是，它并没有好的行销，也就是说这些素材跟人都对了，但是呢，为什么他今天影片的观看次数这么低？是不是说故宫其实只是把影片拍好之后上传到 YouTube， 接下来就下面没有了？不知道院长这一件事情，您大概知道你们在 YouTube 频道上经营的方法吗？这个有一部分我可以说明，有一部分因为牵涉到工程，没问题，没问题。那没错，我们的故宫的同仁基本上是艺术史专业的人为主，那所以就会出现委员说的内容的说明很好，但是呢其他的不见得很好。是，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资讯的人力其实也不那么多，就是我们先天上的整个的性质。那这个是因为这几年我们逐渐的在改变，才走成这个样子。当然这样谈下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数位的技术人员必须增加，我们数位如何行销这一部分必须增加。那至于说会卡卡的这一些这个我请我们的这一个工程的专业的人。没关系，院长，因为其实时间比较不够，我想要跟您提醒一下，因为故宫的脸书其实按赞数也有110000。好，然后呢在 YouTube 频道上面，故宫自己小编主导的影片呢其实也有30000多的观看。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30000多我觉得还是也是偏少啦，因为故宫也算是一个全球比较知名的旅游景点齁。那我是觉得你们可以去考虑的是，今天网红行销这件事情其实应该是花了不少的经费才请到这些人来拍摄，那我们应该要有一个一系列的推广的活动，所以行销的影片上传之后呢，下一步就是怎么样去能够让它推播口碑的行销，这一块可能院长这边也需要很快的去考虑一下。那至于资讯或行销人力，就数位行销人力的不足这部分呢，当然我觉得这个不能说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先天缺陷不足，而是我们后天怎么补强，我们怎
怎么样能够赶快去思考接下来我们要如何去规划。好，所以也请院长带回去思考一下，大概可能也许我们近期大概院长觉得多快可以先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未来资讯能力跟数位行销能力提升的一个计划。这个我们两个礼拜可以吗？可以可以，两个礼拜内希望说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好，不需要说一定要马上开始执行，因为我相信这个部分也会有一些困难度需要去做评估。对，那这个部分就麻烦就是救救萧敬腾，然后不然萧敬腾看起来很可怜。我相信这可能是他的影片来讲就是难得最低的一次。那我最后想要讲一个就是北沟的这个山洞的问题哦。我相信这个故宫前院长冯明珠哦，他在2015年看过这个纪录片北沟藏宝传奇的纪录片之后，其实他非常的感动，说其实北沟这个辉煌的历史应该要被保存下来哦。那我看到其实故宫今年的十月也会举行所谓北沟传奇的文物展，但是院长您知道吗？其实虽然说他已经被台中市政府列为所谓的历史建筑，但是在去年的8月28号哦，这个地主抱怨说这个我们今天市府在洞口设置这个解说牌啦，然后也没有安全设施啊，就是都是因为地主会抱怨当地的一个状况。那同时呢？台中在8月28号这个连日的大雨，造成说当地的这个山洞呢已经被淹没，还有小朋友差点溺水，所以当地的地主他就因为安全的因素，他就自己去找那个挖土机把洞口填平。那我不知道说这个地方到底是市政府在负责，还是说故宫对于北沟的山洞也有一系列的这个保存跟活化的努力？这个可以请院长回答一下吗？这个现在不是由我们故，这是不是我们故宫的地方，但是我们之所以会做这个展览，就是因为我们对于我们故宫的那一段的岁月，我们其实是很珍惜的，所以我们也会这个跟台中市政府这一个讨论如何的保存这里，至少这是一个历史性的site 啊。是因为这个是其实我自己看起来，我们办公室看起来都还蛮心痛的一个事情，因为北沟山洞如果说它这么的有历史的意义，而且它是一个文化，因为我们知道包含像泰王还有很多多国的元首，其实他们也都来过这边去造访。那院长这边可能需要再更积极的去跟台中市政府来了解，是不是他们在地方上的沟通遇到一些阻碍，或者是他们需要一些更多的包含像保存，因为我相信故宫一定有这样的专业去知道怎么样去把历史的建筑或者是这些艺术的这些做一些保存，所以我相信故宫在这部分是可以更主动、更积极的去扮演这样的角色。那这样可以吗，院长？我们会积极的跟这个台中市政府。好好，谢谢院长，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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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好，非常谢谢刚洪安委员非常专业的质询哈，也谢谢院长的回应啊。这个北沟这个的确是这个大时代动荡的历史的悲剧啊，的确，我想哈，请院长你回去以后好好的再重新来审视，那么我也会排一个专案的报告，让你们来做一个专案报告，好不好？好，谢谢。那继续我们请范云委员来质询。主席好，也是有请那个院长，有请吴院长。那个院长是我在。委员好。院长好，院长是我在台大读书的时候的那个，当时就是很知名的那个青年教授了。那今天很荣幸可以在这边询问院长问题哦。那先讲就是其实我对院长虽然上任的时间并没有很长哦，可是我对院长未来能做的事就是充满了期待，因为我们还有两位很优秀的副院长哦，就除了您是历史专业又有丰富的文化行政经验之外，那我们的副院长在建筑，还有另外一位在艺术史的就是专业跟行政上都有很丰富的经验，好，所以我想可是我之前对故宫真的是还蛮外行的啦，那也要反省，就是说出国都会看 museum， 在台湾的话好像很久以前去过故宫之后就还没有再去了，那最近很希望能够再去哦，因为我看到故宫的那个新的计划公共化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哦。那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找到资料，其实我很肯定故宫在这个方向上做的
教育推广。那刚刚赖品委员也有讲到，就是你们做的多元教育的推广哦，创客魔幻列车等等哦。那光是去年一年，我觉得故宫这个走出去哦，那特别是从偏乡，就是说中小学做起的话，那是真的是一个长远我们要做的。那可能一下子不能够带回人潮这个部分，可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多元化哦，跟再加上你们这里做的 user friendly， 就是说内部的很多动线的改善，这部分我都蛮肯定的，因为我知道院长上任时间还不是很长哦。那我也很期待您讲的，就是未来在策展上如何加强哦，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他一辈子去故宫一次就好了哦。那可是其实策展的话是有机会，希望他来多一点。对，我想新的策展的话，就像我们去不同的国家，会因为他的策展而走进去的话，我想这个部分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向。那我今天问的还是一个先跟疫情有关的一个议题哦。那刚刚有很多委员都问过人的部分哦。那我知道故宫给我们的报告也对疫情的部分都做了很严谨的规划哦。那我是想问一个，除了人之外，我会想到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那是我们的国宝嘛，哦，那那么多珍贵的部分，那我也知道，就是说有非常多的重要的宝物，其实都有玻璃罩，哦，然后有包含温度，然后湿度、光线等等的控制。那我蛮好奇，就是说，故宫应该有提前部署，因为我们政府都叫大家提前部署。那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有确诊者曾经进入故宫，不管他是游客或者是员工的话，那目前我们有多少开放性的文物跟展品？那如果被迫要做大规模的消毒的时候，那你们在准备的工作上是不是已经做好了？会不会伤害到文物？啊，第一个，绝对不会伤害到文物。我们整个故宫最大的工作原则，整个机关的最重大的工作原则就是保护文物，这是最高指导原则啊，所以绝对不会这一个受到伤害。那另外的是，这个确诊人的进入展场，绝对不可能，因为我们在第一线就已经把它给这一个排除在外了。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两个 case。是都是日本人，被我们检查到他是37.5度以上，马上挡下来，然后这一个我们还追踪他，追踪到确定他不是武汉肺炎，而是一般感冒，所以绝对不可能有确诊者进入故宫。院长是说绝对，但因为这个都不是你跟我的专业哈，那么陈部长都说无法确保台湾不会社区感染。当然，他如果是在那种发现这一个我们现在的这一套检查机制里面没有办法发现的，那就没办法。对，要不然的话，37.5度他就绝对不能进去。对，那刚刚院长讲的是很严谨啊，就是确保不会有。我是说，万一因为有些人他的带，就是说带，就是所谓的这个病毒，他可能是自己也无法察觉，不会发烧，没有任何的征兆。我是说事后发现，因为刚有问一个重点，就有没有我们现在又无法在你们的网站上或者资料上看到有多少是开放性的文物哦，就是我们没有开放，目前都没有，全部都是开放性的，完全没有开放性的。我们文物一定在非常严谨的密闭的，现在完全没有开放性的文物了。好 ，OK， 那这个问题就好。那谢谢哦，因为我刚刚就是我们之前是会担心这个问题，但很高兴知道没有这个部分哦。那因为我们知道刚刚您讲到有取消很多未来包含要去日本的一些展览哦，那可是有一些并没有取消的，像这个仇英的画展是正在进行中，正在展，他现在那边正在展。对，那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加州疫情现在是紧急状态哦，那也是很担心啦，因为出借文物还有一个过程，虽然您讲到展出的方式，我相信一定都有非常好的保护哦。那关于它整个过程，包含运送哦，因为加州已经是疫情紧急状态，那也不知道会烧到什么时候哦。那在这个洛杉矶郡立美术馆展出的这两幅国宝哦，就是官榜图跟这个松阴晴卵哦，那会不会在这过程中受到影响？那你们的保护措施做得如何了？它在展览的期间不会受到影响，因为对方还是必须符合我们的保护标准、保护规范去展它。好 ，OK。但是有可能的一个影响是，它展期到了要回来的时候，能不能飞？对，这导致这导致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对，因为我们前不久就有一个这样的 case， 我们南院有法国的
凯布朗利博物馆的面具来我们这边展，展完了，照理说他们的人要来我们这边押运回去，他们就说他们的人不愿意来。那个时候我们好像看起来比较严重，他们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是他们不愿意来押运啊，他就叫我们直接把他给。这一个经过保险公司、运送公司运回去，也就是说，这是我们故宫到目前为止碰到的一个特例，要不然我们一定要有专人去押运的。对，结果我们创造了一个，两边都创造一个。他说他们的人不愿意来，我们的人也不可以去，那就直接全部委托保险公司跟运送公司。好，那所以刚刚院长也有讲到说有这个可能性，到时候无法飞回来，对不对？那万一啊，我们希望不要发生。万一的话，那故宫的就是说准备如何让文物不会受到影响的准备的工作做好了，这个持续的跟他保持联系。到时候能不能这个依照原定的时程啊，我们的人去那边也押运回来，这很重要啊。好，那谢谢哈，那我们也信赖院长，希望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谢谢院长。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知道其实我是蛮肯定那个故宫的那个小编啦，因为我的学生们他们都觉得很惊讶，为什么我对那个小编不熟哈？所以这小编是弄得非常好，年轻人很喜欢哦。那可是从刚刚报告过的很多数字，就是说这个小编还没有反应到故宫的年轻人的那个参展的人数哈。那我相信就是院长这边还有就是说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努力哦。那我看到故宫有一个很好的活动，就是办过那个南院住一晚哦，然后看起来就是说从新闻报道上效果相当好哦。那不知道未来会不会继续推广，因为那个是南院嘛，有没有可能到北院哈，就是说这个部分来。那当然大家都知道北院这边重要的文物的情况跟南部不大一样，因为我是想这是一个可能的方向，如果又能够配合策展的话，有这个北院比较困难，是因为北院的空间比较拥挤，对，所以我们不太敢办。更何况现在疫情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这一种活动比较不敢办。现在但是南院，南院因为有很大的这一个外面的园区，所以我们南院会继续办这一个在园区的活动啊。OK。好，谢谢院长，他们继续加油哈，谢谢。好，谢谢范院委员的咨询，谢谢院长的回应。继续，我们请郑正前委员咨询。主席还有所有的列席官员大家好啊，主席可不可以请一下吴院长。好，有请吴院长。委员好。院长好哈。院长，因为这一段时间疫情其实也造成我们整个参访故宫的人数急速的下降嘛哈。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转机，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把其实很多委员也都在关心的部分，就是把我们线上的展览的部分能够做得更好。好，那本席这边的时候想请教一下，就是院长就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推广线上的数位应用，那就是在业务报告也提到说要提供国人防疫期间的居家心灵的响应，我觉得都非常的棒。那我想请教院长，就是说在现在故宫所推出来的 APP 当中的时候，您自己有没有下载使用？老实说，我算是老一辈的这个我不是重度使用者啊。是 OK， 所以您对于那个故宫的 APP 的时候其实算是比较疏远了哈，就没有去使用它哈。那我在想说，其实因为故宫的 APP，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使用 APP 的情况其实非常的普遍，因为它确实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工具啦哈。所以本席事实上是希望说对于 APP 的这个部分的管理跟维护其实能够更积极哈，其实能够让年轻一辈的人也更了解故宫哈，去那边不只是走马观花，其实能够更了解整个故宫里面的蕴含哈，跟整个文化的一个脉络哈。那
本席这边的时候，就是有发现一个情况，就是现在是一个5G 的时代。那在故宫持续更新用APP 这部分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状况，就是在故宫的官网当中，就是本身就有提供一个APP 服务绩效管理的统计表，可是它的统计表只到了105年12月。之后就没有了。那我不晓得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管理，直到了这个105年底就停止了，还是说他有继续的往下走？只是说这个其实是一个疏忽，他没有去更新。我想他是没有更新啊。之所以会没有更新，其实可能也跟我们的人力不足有关。刚才我有委员已经提到了，我们的这个只有四位。对，不过我在想说，这个部分如果能够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做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动作。那它会让我们觉得说，感觉故宫在105年之后，在整个 APP 这边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放牛吃草了哈。那如果能够的时候，希望能够这个部分稍微加一点点的，把螺丝拴紧一点。好，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在您报告当中的时候，我在看到一个资料，就说故宫希望陆续加深扩展 5G 的运用嘛。那么提到一个物联网使用的部分，物联网使用部分，针对这物联网的运用部分的时候，院长这边可不可以说简单的说明？其实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应该把我们的网络商城给做起来。我们一般被认为我们的小编很不错，但是呢，我们的小编据我所知并没有转换成为我们商城的业绩，是，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就是调的一个环节。所以我现在要求我们的同仁不能只被按赞，还是必须表现在我们的业绩上面啊。是，所以的确这个是我们有一个环节还没有扣上去。OK， 那院长，其实我在想说，对于年轻的一辈哦，其实对于整个故宫的文创的一个运用跟整个商业化被接受的部分，其实大家都很关心哈。那确实，故宫也曾经做过很多很精彩的文创商品，那么在市场上也引起轰动。那我们其实也非常的关注。所以针对这个，因为你有提到物联网运用这部分，如果是这有个完整的计划的时候，看事后是不是可以本席一份相关的一个资料。是，谢谢院长。那么接下来的时候，我在想说，因为这段时间疫情，其实大家都很关注了哈，大家都很关注。那之前的时候也提到说，到3月31号为止的时候，会有一个周一休馆的状态，因为以前都没有休馆过。那么6日的部分的时候也不展延时间哈。那我在想说到3月31号的时候，目前为止的时候是会继续维持周一休馆，还是说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个要看这个疫情的发展。是啊，我们现在不敢说一定继续还是一定不继续。是，好，那我在想说，因为整个故宫其实它其实是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了哈。那我在想说，大家对于密闭空间的时候，都会相对更关注整个疫情的控制跟防疫的一个状态。那本身想要了解哈，因为现在在意大利的红区哈，其实很多地方他们的电影院、歌剧院、博物馆全部都关闭哈。那我们在故宫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才会有可能去关闭故宫？我们故宫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关闭？第一个是疫情的发展让这个中央的防疫中心都特别关照我们，必须关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的第一线的服务人员受到感染，所以我们现在非常重视第一线，在展场的第一线，因为他是对外碰到这些人的健康管理。
OK 哈，好，那我在想说，针对这个部分的时候，因为刚刚其实有委员在问的时候，其实院长用一个非常绝对的字眼哈，就是说一定不会怎么样。我在想说，这是一件表示院长的一个态度。那我们也真的希望故宫，因为真的是国宝，是全世界的一个国宝，不只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国宝，所以我们希望在这部分其实都能够特别的去控制，因为刚刚有委员有提到说，如果那个有确诊的病患进去的时候，那我们之后要怎么样去消毒这件事情？因为这也是本席关心的事情。因为我不知道现在的一些消毒的一些用品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工具，是不是能够很有效的不去伤害到我们的文物啊？是不会伤到文物， okay, 就有这样的技术就对了哈、是的、OK 好，那我想说接下来哈，本席想问一下，因为刚刚之前有别的委员有提到说，四月份本来有预计要到日本做一个新媒体的艺术展，那现在已经确定要往后延期，不去了还是延期？延期嘛，然后会延期。那我在想说在近期当中的时候，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文物借展日本的计划啊？现在在今年里面没有，今年没有，对，在今年没有。OK，、那明年会有吗？明年现在有在谈，但是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时程。OK， 如果说有那个借展日本的计划的时候，就本席就是恳请院长这边给我一份完整的资料，因为在去年就是借展那个颜真卿的墨宝到日本去的时候，也引起了一些讨论，然后跟有一些的争议，那么也被监察院纠正了嘛，哈，所以我们希望说在借展到国外去的时候，其实能够特别的注意，那尤其是跟日本这边哈，因为有一些历史上的一些原因哈，所以我们可能也会特别的关注哈，所以之后如果说有一些借展日本的计划的时候，也恳请院长给我一份完整的资料，是，谢谢院长哈。那因为现在东京奥运这个部分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延期嘛，哈，所以原本我们可能有一个计划是要配合东京奥运期间的时候去做，可这件事情我知道已经打住了哈，因为场地的问题已经打住。那文化部他们其实在他们有一个计划是台湾文化软实力参与2020东京奥运的这个计划。那我记得在媒体上，院长曾经提过说，您也会愿意用配合就是文化部的方式去参与这样的一个部分。针对这个部分，您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其实我们那个原来四月要去的那一个数位艺术展，就是这个计划，就是这个，对不对？好，但是这个现在往后移。好，那我想说最后的一个部分哈，就是一个故宫的一个北院扩建的一个部分。那因为很多文资团体他们都一直非常担心。其实因为在我们故宫旁边其实有餐厅啊，错，那很多人都非常的担心，就说油烟的问题其实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文物，好，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院长做个简单的回答啊？这个油烟的部分是绝对不会影响文物，我们一方面这一个有原来就照着这些保护的法规来做，另外一个我们有定时的监测，所以绝对不会有问题。所以我们除了恒温恒湿的部分的时候，我们也有定期在监测油烟的部分，是不是？是的。OK， 那本席这边可不可以请就是院长这边把油烟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测的报告，这段从去年以来的检测报告给本席一份，好，那。针对这个部分，我想说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希望就是在台湾故宫所有的保障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保护，好，谢谢院长。好，谢谢委员。谢谢郑庆前委员的质询，谢谢委员长的回应。继续我们请陈娇华委员质询，时间五分钟，谢谢。主席，好，我们请院长。有请吴院长。好，委员好。好，院长好。好，大家好。我住在新营，所以我离故宫南院很近。请问院长，你去过几次南院？这个我到故宫来，现在正好13个月。十三个月，结果呢？这个我前面的半年就被说成是我是历届院长来南院，是历届的院长里面加起来我最多。
好，我已经半年的时候就已经够多了，所以我现在这个平均大概十天就下去一次。好，那我要请问院长那边的树哈，来，长得大不大？高不高？好，那下一张哈、嗯，那院长，你敢怎样说？为什么在树啊拢未大汉？你敢怎样原因？这个树啊为什么没有长得很好？你知道南部热嘛哈？你是住在南部人还是北部人？我唔是南部人，我是足热的南部人，我是台南关北门的人。哦，你北门人哈、哦，所以你对家应该真了解。完全了解什么叫做因为这个所在连花厂都不愿意生长。是，因为这个所在咱知道本来是余温嘛哈、哦，那余温填了，然后再盖这个南院嘛哈、哦，啊，应该嘛是开真侪钱啊。你敢知道去年有偌济人来咱故宫南院？啊，104万。104万啊，北院嘞？北院383万。所以是三倍，做3.5倍。3.5倍。那你知道如何来让南院有更多人来？你有什么构想吗？报告委员，故宫南院开馆以来四年的入馆人数，第一年是147万，对，第二年是99万，第三年是76万，结果我来的时候是第四年，对，我把它拉回来到104万。好、啊、所以成长是比前一年有多30万左右，对，但是下一张哈。因为我要跟院长讲哈，我去第一届以后我都无想要去啦哈。不知道委员是什么时候去的？是外面，我是去的时候，我是感觉咱知影咱住在南部就热嘛，就热，我住在台南嘛，30米，对，但是我是在这里要跟院长建议，就是说，第一个我。可能觉得这个地方种的树种哈，第一个是树种，那第二个我会去担心，如果说这边当初在建南院的时候，有一些土壤可能是用到比较不好的土哈，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土是怎样，所以我是建议做一些土质的分析，好，土壤的分析，那有需要改良的可以局部做改良，然后再去种本土的树种，好，让这边的树多一点。我们去年就种了1500棵。对，但是我是要跟院长说，我担心如果这边当初填的土是有问题的土，好，因为我们知道南部有一些土壤哈，有一些可能就是包山啊，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是说我也不敢讲是土真的有问题，所以去做土壤的分析，那数据是不是也可以给我？好，可以做嘛？哈，可以做。然后做一些点的分析，那如果我发现这个土壤不是很好，我们可以去做改善。因为我看今天的业务哈，有针对这个南院做一些园区夜间什么展演啊，哈，户外的那个花园景观花艺，就是没有种树。但是种树，我是说，如果我们有种，但是土壤有问题，我们的树也长不大。我们去年就种了1500棵，因为我发现这么多年的树还是总长不大的话，就是这个土壤是要改良，有可能是土壤，有可能是树种选择不对，所以在这边就是建议做土壤改良，我们会然后做分析，像委员说的这样去做，试试看，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政府好不容易让这个南院哈盖在嘉义，那更多的人可以去，我相信啊，我相信，因为北门啊、七股都是我长期关心的地方哈，国家那个黑面琵鹭这个湿地公园、国家公园。我都是很关心，那我也很关心我们嘉义未来，如果这个南院，我想如果像我们当初的规划，树都长得很好，那除了参观里面，也可以在外面做更多的这个游憩，或者是现在疫情的这个关系，好，是不是可以做？可以做，好，谢谢委员的指教，谢谢。非常谢谢陈昭华委员的建议，也谢谢吴院长的回应，谢谢。好，继续我们请苏巧慧委员，苏巧慧委员不在，洪孟凯委员不在，继续请李德维委员质询，谢谢。
主席麻烦请院长，谢谢。有请吴院长。哦，可能也要请那个文创行销。好，文创行销处的林处长。是，谢谢。您好，还有院长早。院长，首先啊，当然我想要请教，因为第一个部分就关于故宫预算的部分啦、啊。故宫109年啊，编列了各界使用出版品权利金啊，一共2400万，然后品牌的授权金是4723万，文物图像授权金的权利金是1000万哦、啊，那合计的总收入是8123万。那在这个部分里面啊，可不可以请教院长，是不是我们这样的授权金感觉比较偏低？因为我们的文物的价值实在是非常非常惊人，所以是如何来计算这个收费标准？可不可以请您或者请处长来说明一下？那目前的授权的项次跟产品的这一个部分，这个我请我们的同仁跟委员报告。来请林处长来说明一下。各位委员报告啊，第一个，我们在整个收费的标准上，我们有奠定一个授权的办法。是。那当然也都公告给各界了。是。那里面所拟定的这些收费的标准，是在早期经过多方的询问，是跟其他博物馆他们的收费标准去参采了之后所做的一个决议，当然也已经施行了大概有十几二十年的一个情况。那请问他那个费率有？那个我们收取的费用的那个比例，对，有增加吗？有调整？您因为您说这个办法是十多年了，这几年是没有特别再去调它，因为在早期经过一番的研究之后定令，到现在实行大概十几二十年。是。那实行的状况都还不错，因为它有分门别类 ，OK，、运用在不同的种类，它有不同收费，所以业界回馈回来的，就反应也还好，并没有特别说希望我们再怎么调整。那我再简单请教一下，是因为呢，一卡通最近发行了一套 Hello Kitty 的西游故宫系列啊，对，这两天刚上市，整套。售价是1480元，我可不可以请教，故宫可以一组可以收多少钱？然后你们核准它可以发行多少组？是，这个是我们所谓的双品牌，就所谓的品牌授权的机制。是，所以这个厂商在跟我们签约的时候就已经付了50万的签约金，啊，这是就是一个down payment。是，然后他当初提出这几个设计款项，事实上不光是您刚刚提到那一组，它有好几款嘛。是，每一款的定价不同。好，每一组都是限量，他自己当初提的是2000组。2000组。那每卖一个，譬如说您提的第一的比较便宜的是200块。是。他提的，我记得合约上我们当初在谈的时候是，专家学者大家给他评论的结果，他是答应给我们2%的回馈金。2%。那也就是他每卖一个，他还要回馈4块钱给故宫博物院。那他因为答应了2000组，只要卖完的话就8000。他没有卖完，时间到他也得缴2000套的这个费用。了解，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有所谓的履约保证，就万一他有任何的状况发生的话，他还要我们还可以扣他的履约保证金。好，那这因为这是品牌授权的机制，就是说跟您讲的，譬如说图像的授权啦、出版的授权，收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好，这一部分当然就拜托院长，我说拜托我们处长啊，因为不讳言，故宫的这个品牌啊，我想对于台湾、对于中华民国都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个里面啊，怎么样把这个部分我们确保我们珍贵文物资产运用的这个价值跟权益啊，是要拜托院长跟所有我们故宫的同仁啊。那接下来，那我当然想要请教院长的是，故宫持续在我们的报告里面有讲，要持续的扩大跟这个国际的博物馆专业的一些多元的交流。那我可不可以请教院长，您觉得今年全世界最重要的活动是？是什么的？今年2019年，民国109年，您觉得全世界今年最重要的活动？今年最重要的活动，对，东京奥运是。所以这边就是想要请教院长的是，我们这边啊，因为根据本席的了解啊，在所有外籍旅客来到台湾，他的观光的目标目。第一个台湾的美食夜市，第二个101，第三个九份，第四个所有的外籍旅客，院长跟
推广文创也好，台湾的艺术文化的实力也好，在这个部分里面，是不是可以请院长来思考一下？我们本来就有一个想要在今年冬奥期间到日本去的展览，那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原来四月要去的那个数位展就是其中的一个，是但是呢，现在那个数位展往后延了。那至于说要延到什么时候，其实我们还在跟对方讨论。是好，这个部分就拜托院长跟院内同仁啊，因为这个的确是好不容易，应该这样讲，奥运到台湾的附近啊，那我觉得也有全世界非常多的外籍的旅客会到日本。那我相信从日本湾来台湾，我觉得能够来故宫的话，我相信故宫真的会成为中华民国，成为台湾的一个文化的大使，在这个部分真的要拜托院长跟所有的同仁啊。那接下来我想要请教的是，故宫为了配合108年的课纲啊，当然也有规划了很多跟管校的一些合作的教育的一些服务的计划啦。那在我们看到的是，在去年的部分也走访了40几所学校。那请问一下院长，这些学校是在都会区还是在偏乡？有两种，一种是专门为了偏乡而去的，是另外一个，因为都会区这个彼此之间都可及性比较高，所以有一些就很自然的就会在这个都会区。不过譬如说这个委员有曾经这个垂询过的新北市，因为是等于是一个台湾的小缩影，是也有搭着捷运就可以来的，是也有这个很像偏乡的。那最近新北市的这个市政府已经跟我们这个谈过，他要跟我们合作，所以我们也跟他说，特别的把平常不太来的偏乡台北市的，就新北市的偏乡的那一些儿童也可以跟我们接上。这个部分当然就拜托院长跟院内的同仁啊。当然我们这边也看到，去年高中职以下的主题性的跨领域实验课程的管校合作啊，基本上我们看到现在邀请的高中职，板桥高中、开平餐饮、实践国中、古亭国中、中和国中、北投国中，大多都在台北市跟新北市，所以在这个部分啊，假如说继续办的话，是不是拜托我们台北县市以外的学校，当然也请县市的部分多多来费心，然后跟我们故宫来合作。当然在这个部分，我就说我咨询到这个部分。那下一个部分，因为现在南院啊，想要请教院长的是，现在正有清明上河图的一个特展啊，那预计的展期到4月26日，那请问院长啊，这个疫情的关系，因为参观的人数是比较少，那很多人没有看到，所以也有一些民众在反映说，是不是很可惜，有没有可能再延长这个展期啊？跟委员报告，尤其它是重要的书画作品，那我们基于保护文物的原则，我们展期不能太长，是，这是因为基于保护的原则，所以而不只是这样，它不能展太长的同时，它必须展完了之后还必须休息一定的时间，是，所以很难在这个事情上面很难了解展期延长这个部分，尤其是书画。我想您刚刚提到，我们故宫第一优先就是是保存文物，所以在这个部分，谢谢院长的指教啊。那这个部分，接下来啊，本席想要请教院长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历史系毕业，那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有很多我们故宫的研究员啊，到系上来担任我们的老师。那您这里面也提到了大学院校的一个合作的部分啊，在这个部分里面，请问院长是不是可以怎么样来做一个更扩大，或者说，因为不会员我。本席真的认为，我们故宫影响力不只在故宫内部跟文物，还有我们这么多很强的研究员跟我们里面的专家，所以如何让这些专家、让这些研究员的能量能够发挥，是不是也请院长来做考虑？是这个，我们跟国内的几个大学都签有合作的协定。那合作的协定，一种是我们出去教书，一种是他们来实习，所以那这种跟我们签 MOU 的科系
第一种是艺术科系，一种艺术史科系、历史科系，另外就是做数位教育的科系。所以这个我们会跟，其实我不只是他们需要我们，其实我们也需要他们。是，尤其是数位教育，其实我们很希望他们能够帮我们忙。这个部分真的本需要问一下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做个请命啦，因为我以前自己是历史系，所以我沾光，我可以拿到故宫的图书馆的证，所以我可以进故宫图书馆。但是我想，我们这个故宫周边的台北市的这些大学的文史相关的学系啊，真的拜托院长是不是可以考虑再扩大一点，让大家都有机会。我们现在故宫的图书馆是。完全对外开放，完全对外开放。好，好，谢谢，谢谢院长。好，非常谢谢李德威委员的质询，谢谢吴院长。事实上，我们如果要对偏乡跟原乡孩子的资料的话，学校资料，国教署你们可以跟他要好吗？因为国教署有名列原住民的学校、重点学校，还有偏乡有哪一些，好吗？提供院长你们。谢谢。继续，我们请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不在。李桂敏，李桂敏，李桂敏委员不在。高嘉玉，高嘉玉，高嘉玉，高嘉玉委员不在。刘世芳，刘世芳，刘世芳委员不在。何新成，何新成，何新成，何新成委员不在。庄敬成，庄敬成，庄敬成委员不在。廖婉如，廖婉如，廖婉如，廖婉如委员不在。郑天才，郑天才，郑天才委员不在。继续，我们请蔡逸瑜委员质询，时间是五分钟，谢谢。谢谢主席，那我们是不是请院长？有请吴院长。那我们也请南院处的彭处长。有请南院处的处长，谢谢。首先要跟院长感谢啦，因为故宫南院确实在去年度有很大的进步啊，你们办了一些活动，从这一个陆续从你们办了很多，不管是在灯光还是里面展览的一个增加，最近也有所谓的一个用这一个 VR 的一个展览故宫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大家都感觉真新鲜、真趣味，让整个南院啊，伫去年大家是感觉内容变得很活泼啊，大家想要去看，而且也展现在观光的人数。去年应该安尼讲有破一百万。104万，104万呐、啊，哈，哎，我记得我去年10月的时候，你们就跟我说很有机会破100万，哈，那确实也破了100万呐、啊，哈，啊，所以刚卡起这点哈，啊，真的要给我们故宫哈，以及我们南院哈，安尼带领安尼娱乐之类，啊，唔得即马问题来啊，即马因应这个武汉肺炎，那观光的人数应该是大幅的减少吧？啊。报告委员，北院大幅减少，南院差不多，哎，南院差不多，差不多。为什么？一月、二月加起来比去年稍稍多一点。一二月还比去年多，多一点点。那为什么？会不会是去年一二月的时候，要不用那些老的？对，那不可能。一个原因是因为南院都是国人。那北院基本上是国际旅客嘛，哈，嗯，那国际旅客的影响当然很大，那南院国人影响比较不大。第二个是我们的寒假延长了，嗯，寒假延长使得我们的学童入馆人数来补一点，嗯，所以还好。不过三月就不敢说了，因为开学了嘛。所以就可能会掉下来，三月可能会掉下来，嗯，所以这样看起来，嗯，那你评估呢？到底这样的一个疫情，武汉肺炎如果短期内没有办法改变的话，那你们针对南院的经营有怎样的调整或因应吗？第一个，这一个园区的活动，要变成重点，因为现在这一个密闭空间的。这个活动啊，人潮的聚集，比较危险嘛，哈，嗯，所以我们在园区的活动会加强。园区的活动是，我指的意思是说，如果疫情持续的状况，嗯，你们会在疫情还没有
解封还没有比较看起来比较好的情况之下，会继续办活动吗？还是说活动会延期举办，等到状况在户外的，在户外的，我们尽量的照旧。户外的照旧，好、哦、啊。如果是园区内的，你们就会就是馆内的，馆内的我们会看情况，这一个避免。好，我觉得这个你们要评估啦。是，我要请干妈公，我们既然用了预算，然后办了活动，然后要有效果。是。那如果在这段期间，疫情期间变得说，大家比较不敢去，然后或者是预期会来的人也少，哦，有时候延期变得也是一个考量点，而且我想大家也不至于会去责难了，哈、哦，这个是一个，哈、哦，那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故宫，因为在去年有这样哦，做大的进步，哈、哦，啊人真多，哈、哦，而且我看到地方的很多媒体啊，哦，几乎都是很正面的在报道故宫南院，谢谢，哎呀、啊，所以这个院长、处长，我再次打定肯定了，哈、哦，好，可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一样在南院这边，哈、哦，我们知道整个国宝修复馆，这个是南院一个很重要下一个阶段。故宫的一个重点哈，那在整个这个叫做新故宫计划中，在南院的就是希望未来在这个国宝馆，它就叫国宝修复馆，所以他要把所谓的一个国宝修复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透过变成是展览的一部分。啊，不过我看起来您这件工作进行的是延宕的很严重哦。跟委员报告，其实没有。原来的延宕是在我们修正计划之前的延宕，但是我来了之后，我们修正计划之后，大致的照着我们原定的计划，我们国宝馆这个就在四月，就下个月就可以完成规划设计，所以五月就可以完成细部设计啊，110年的五月就可以完成细部设计。所以现在是进行到第二个嘛哈，第二排。对、就是，所以基本上没有延宕，没有延宕、啊，所以你们一样是有信心，109年一样可以完成细部计划。那整体在112年，然后完成整个国宝馆的竣工，这个是你们目前为止不会拖到。工期还不知道，但是这一个我们的目标是110年的九月要让它开工。好，110年的九月、啊、好，那就期待院长哈、啊，加油！谢谢、啊，谢谢。好，谢谢蔡玉瑜委员的质询，谢谢吴院长的回复。继续是由我高金素梅来质询。那我要把我质询的时间呢，我们来请院长看一下你们现在所谓的在线上资源哈。对，因为我相信您可能没有时间看哈，是不是谁来帮我们解说，然后来看一下？好，大家来看看，顺便帮你们宣传一下。好，谢谢主席，谢谢张伟给我们这个时间。等一下会看到就是我们的 Open Data 专区，那我会先整体性的介绍一下，然后再点几个重点下去，让大家实际体验这个操作的结果。在 Open Data 专区全部都是不用申请、不用付费，那可以无限制用途的使用。那首先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左手边那边有一个展览包下载，那这个设计起来，这个是功能大致上是给老师使用的。我们把整个展览所有的图的字把它打包起来放在这边，那在它的对，再点进去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有分年度，例如说这个看画、看读书啊等等的。那如果去下载，就会大约是一分钟左右了。展览包比较大，那如果单一个图的话，大概是10秒钟。那我们请回到那个精选图像，我们准备去下载给大家看看。好你下载一个让我们看一下你们的，因为我们的所有的研究员都非常的专业，看一下是怎么来解释一下这些文物。谢谢。在你下载的同时哈，本席在这里也要说，就是说我们有两位副院长其实都非常专业，尤其是余副院长，您的专业是来自于我刚刚大概看了一下清代啦这些
中国的部分都是您比较熟悉的哈。那我觉得院长其实呢，故宫博物院其实跟这个大陆上面的北京故宫，我们都知道有非常多的文物是比那边还丰富，所以它会算是全世界级的。那么我也希望故宫博物院你们的力量应该是放在如何宣传这样子文物，而不是去中国化，好不好？我觉得本席在教育文化委员会已经在这儿待了六年了，前一段时间大家一直在吵这个去中国化等等的，我觉得文物就把它回归到历史的专业，而并不是你们有一个故宫南院，本席是没有意见，但是呢，希望你们在诠释非常多的文物历史的时候，回归到你们的专业度，好不好？哈，那当然，刚刚有谈到就是南院的部分，南院的部分，本席认为就是说，我刚刚听到你们有一个修复要跑到那边去，恐怕院长你要来再跟我们说明一下。我不知道这个修复要跑到南院去，是因为我们北院人手不够，场地不够，所以你们必须要在南院再盖一个修复的部分。这个部分我相信在场的委员应该也很想要理解吧，你能不能这个把这份计划也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好，谢谢您。好，来，我们继续往下，因为我时间也有限。好，谢谢。那跟委员报，刚刚我们已经下载完成了，大概是花了一分钟时间。那这边有这个丹顶图，它应该是郎世宁的，那就可以点进去看。那大家试看一下。对，那这个下载大概是20 MB 左右的，大概足够去印书都是够的。那大家可以看一下细节。那另外我们也因为在旁边的时候，刚我们也去下来的清明上河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虹桥段那边都其实每一个人其实都很清楚了。那虹桥清明上河图大概分为这样的图，大概20几张。那如果有兴趣，可以全部这边下载大部分的。啊，它也有图文解说吗？对。好，它的文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好。怎么解释清明上河图？好，那我们去好。那我们这边清明上河图就会有故宫的有仇英的，有这个那个我们的清代的那四位画家画的哈。那我们现在看到是仇英的，那就会看到这个简要的解说，在我们左手边这边会有解说。那如果去按下载，我再试一试好了，再按下载，大约等个10秒左右了哈。请问一下那个副院长，这样子的说明会不会太简要了？跟招委报告，因为这边是以下载为主，我们在那个典藏精选那边有安排比较完整的说明。有吗？好，因为我还没有上去看了，但是我觉得刚刚四姚委员也针对你们这个部分也有提一些意见，对，希望你们能够再把它活化，在现在疫情的这个当下，你们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包括院长刚刚也同意，就是呢，你们在文创这方面，在你们的科技领域上面，在你们这个所谓的线上资源、线上文创的方面，你们应该要更努力。今天是给你们一点时间秀了哈，那也让大家知道你们其实是有关心跟注意，但是我们希望未来在疫情的这方面，你们要多花时间。然后另外，如果需要有一些资源不够的部分，其实院长你也都可以提出来。趁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在大家都知道，在这个防疫的过程里面，其实它也是危机，就是一个转机。那在这个转机里面，我们要建构什么样的未来，还有我们要补充什么样的人力，其实院长我们当然都不是科技人了哈，但是呢，刚刚我们从高虹安委员的质询就可以清楚知道，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科技上的东西是可以协助你们，而不是墨守成规，让我们的故宫博物院一直就在那个地方都走不出去。好，我想这个部分可能要请院长，虽然您不使用 APP 哈，虽然您也不使用这些所谓的科技的产品，但是要跟上时代啊，好不好，院长？好，给你讲一分钟，因为我的时间还有2分，谢谢。谢谢这个委主席的指教哈。其实这个我们的问题出在刚才我们说，我们有很多艺术史的专家，所以他们又写出来非常诘屈奥雅的说明，而且又是故宫，所以呢就会怎么样？
就会精准正确是很高的要求。那这么一来的话，其实就跟现在的网络文化很不一样，它必须转换成为一般的语言。那所以这么做一个展览，做一个线上的展览是需要很多人力的。所以我才刚才才说，我们的这一个把它给普及化的人力是不够的，我们的这些有数位的能力的同仁是不够的。这个我也很实际的跟委员表示，我们这个是一个转型的上的就有一个时间差，请委员们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会努力啊。好，院长，我想呢，这个大家都会理解了哈，您大概已经看到了问题了，危机就是转机，希望你们多花一点时间在这个方面，好不好？因为现在是全球无国界了，你们如果把心放在那么多的钱，那么多的人民的纳税钱一直放在南院，其实你是走不出去的。南院我们花了那么多的钱，那你为什么不建构一个所谓的全球的资讯，然后让全世界的人，然后在所谓的数位化的年代里面，我们可以更增加更多的收入，好不好？我觉得你们要从这个方向去思考，而不是一直把自己锁国锁在自己台湾的内部。南北坦白说了哈，本席在这边就花一点我自己的咨询时间，坐高铁才多久的时间？然后呢，我们必须要花纳税人那么多的资源放在南院，然后现在人数也没有那么多啊。当然这个已经成立了，但是呢，因为人数在立法院的人数还有辩论，我们输人家也没办法。但是我希望院长您带领的两位非常优秀的两位，这个我们的副院长还有在场的所有的研究员哈，怎么样转换思考思维，然后让它全球化，然后再来更重要的是，你看爱乐，爱乐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古典乐是大家年轻人不喜欢的，但是您可以想象，现在爱乐里面，我连我们立法院的司机一上车都在听爱乐古典乐，所以您就知道，其实有非常多的转换是可以大家的想象，在现在防疫的这个状况之下，你们多一点讨论这个方面，好不好？好，那招委，我的时间到了，那么我也就不再多咨询了。希望今天我们所有委员所希望你们呈现的一些书面报告或者是专案报告，麻烦您到各委员的办公室来跟他们说明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好，今天我们登记质询的委员已经发言完毕了，另外有陈明文还有廖婉如委员提出书面质询。关于今天的会议，我们做如下的决定。报告还有询答完毕，委员所提的书面质询或者是相关的资料，我们列入记录并且刊登公报。对于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者是未及答复的部分，我们请相关的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报告委员会，我们今天议程处理完毕，我们现在散会，辛苦大家，也谢谢大家。然后就是没什么，然后两个人就会，